后来我们，哎，啊，国民党党团还没有来。华少，通知的。呵，那那那啦哈，等一下我们都尽量针对预算啦哈，啊，麦哥就不要离题啦哈，然后赶快看能不能。所有，因为我们有3000多个案子哦，每一案，哦，我们要把它都要读过哦，所以会比较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就尽量速度加快一点。那今天我们财政委员会啊，你那边来，好，我知道，我等一下再介他，大家都认识他，不必介绍了。已经在这边做好几天了。好，来，谢谢我们总召。那我们这样子的啊，今天我们把财政委员会的预算审完，今天就结束。那我们算了一下啊，大概明天我们的案子其他委员会比较少，所以我们明天就花9:30通知。那我们就4个委员会都花了哈，明天再从这位处理你的了哈。那尽量针对预算来执行了，会预算的部分打给麦哥离题很远啊，那那哈，好不好？好，好，来，我们主计首先处理主计总处1到16案，来大家看，好，第一案、第二案都撤啊。对，然后第一幕哈。那个呢？第一案呢？费宏泰跟那个赖世宝这个。费宏泰跟赖世宝的，他们希望保留。好。他们保留表决没关系。会员拿来的，就是这样呢。那个呢？有可会员有拿同一车签来了。没关系，他改变主意，他希望保留表决。好了，保留。没跟咱的较紧的就好了。好，保留。然后第二案呢？赖委员的撤案，保留。对，赖世宝委员跟费鸿泰委员的，他们都希望没有上来，他们就希望保留。对，好，那第三案，那个年终慰问金这个通案，我们会提案嘛？好，对，这通案好来，通案处理。对，第四案，通案的时候我们会坚持嘛？那在通案的时候在一起。好。好，那照文字修正通过啊。等一下，第几案？第二幕的第一。现在进行第一幕还是第二幕？第二幕。第二幕。第二幕是冻结38,000元呐 啊。没有，那是委员会的。啊，对，我现在在讲委员会冻结378,000元。那第二幕来，第四案，来读一下4、5、6。冻结第二幕经费1/10，第四案、第五案冻结第二幕10%，第六案冻结第二幕经费1/10，宣读完毕。好，来，那总经费多少？报告。好，来。那个第四案跟第六案，政委有做文字修正。有啊，改书面嘛。对。我知道，就是冻结1/10改书面嘛。对，那我们就冻结1/10，第一幕冻结1/10改书面了，好不好？那简历，啊？李委员的第二幕，李委员的也改为书面。哦，第二幕了，第二幕。好，怎么样？冻结1/10改书面嘛？是吗？谢谢。好，冻结1/10改书面。那第五幕7、8、9来，那个永明，他念完我再讲。第五幕下物品减列10万元，第六幕第七案减列10万元，第八案第五幕减列119,000元，第九案第五幕减列100万元。那冻结
冻结十分之一改书面，可以吗？好，冻结十分之一改书面。好，尊重。那你们剪一剪算了。对对，不要剪了。来第八目要剪可以啊，好要不要？不要。第八目来十十一。第八目冻结23,350,000元。第十一案第八目冻结1,562,000元。那个都一样冻结十分之一的改书面了哈。OK。好，冻结十分之一。可以吗？改书面。谢谢。来第九啊第九目。第九目冻结2,524,000元。这两个是通案哦，对通，所以十二十三我们通案处理哈，好不好？好，十二十三通案主决议。十三这边哦，好来，最主要就是这个车辆数目多于你的驾驶配置了，好，不要这个好像案子每年都在检讨。对，所以报告委员，我们有两部车子都已经15年了，还要准备报废了，有点、啊。那你就赶快处理啊！啊，对了，我的。可是每年都这样，嗯，啊，这个车子都人凋零比较快，车子都没凋零，嗯，好，那到通案啊，到主决议十四，十四要求行政院主计总处依经济整合工业及服务普查母体档案来源等，以提高普查效率。尊重办理。好，那照案通过。十五，建请检讨改善，以提升主计人员专业智能。尊重办理。好，照案通过。来，十六。十六，行政。尊重办理。好，照案通过。好，审计，我们主计总处结束，换审计部。坐旁边去啊。现在收摊啊。局长可以走啊。哎呀，那个一二案，你不觉得？没了。哎，我这几笔也刚了。就要截截边去了。要截边啊。啊，主机变副机啊！好来，那审计部我们的审计长哈，还是啊对了嘞。有。好，十七十八包了哦。来紧啦，无要紧啦。伊拢改保咧，无要紧啦。伊遮拢有写同一车案呢。无啦，迄个惠宏泰伟没有。把那个赖斯堡委没有会员太多同一车案，好，咱吼这边都有，那十七案车案呐、啊、哦，啊那个赖斯堡委没有啦，所以赖斯堡我们就保留啦哈，好、哦，那第一幕十九，第一幕。十九二十二一来。十九二十二一，第一幕文康活动费减列145,800,000元。二十案第一幕退休退职人员慰问金减列354,000元。二十一案，审计部一般行政减列冻结十分之一。宣读完毕。这个是不是通案？文康活动。文康活动通案。文康是通案吗？通案就只有审计部那个时候没有对方通案，第几案？其他单位讲不通案。啊，其他不是。因为审计部第一个审。那二十案是通案呐、啊，那个奖补助是通案、啊。对了，这个三节慰问金跟年终慰问金我们都先保留了，好，看是我们是通案的时候，我们一案来处理，还是这个？对，冲击案的后来，哦，这个我们再保留。那个文康活动这个嘞？通案。好，这个是通案哈。怎么通法？为了文康活动，那不通案哦。他早有了，这摆无，这一次没有。我们财政部跟金管会审到文康，后来全部都是通案。啊，因为主计跟审计部是先审，所以这个时候我没有这样处理。怎么通法？啊？减多少啊？怎么通法？通案通过。
不啦，通案人工要弄个比例统三啊。啊，但是其他部会没有、哦。你跟阮金管会跟财政部都是通案。没关系啊，你们要减多少，你来讲啊。我们审计部发言了。是的，这个院长还有各位委员，就是这个案子文康委托会，我们是依照这个行政院的编列标准来编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准一点？总共多少？总共多少？145万，不止哦。哦，对了，145万。整个删掉，整个 NIPN 是整个删掉。你这个单位多少？这每个单位都有，你们当这个单位多少？审计部的是145万8000，那么 NIPN 要减删了，全部减。啊？他这样是全删的、哦。对啊，这样是全删的。这每个部位都有了嘛？全删哈、啊。但你照着你单单一来好了。三百两出去。只有名了，这个也有我们江永昌也有卢秀燕呢。那是旁听呀。我啦，一二三个人承担，都是时代。OK。那是旁听的嘛？不是，我知啊，这通案是什么通案？我都。院长啊，文康活动会文康活动都没有人在删呢，都是时代提的。好，那我们这个保留，保留再问他一下啊。那21案就是冻结1/10，改书面，好吧，对不对？那个审计长，林审计长是这个可以，没问题。那你们委员会减列40万，冻结31万，这个要就是要就是继续嘛啊、哦？是，啊？对，不是按照10/10，所以外加1/10，10/10多少你知道吗？9394万的呢？900万、10万、100万、1000万，你是9亿多嘛？这个部分是院长是建议能够减除那个轮数会以后动10/10。哦，好，减对了，法定的支出了啊、哦，对，啊，冻结10/10啦，那含委员会的这40万，这31万，你这31万就不要了啦。因为遐较济啊，遐都要几千万的啊。重新高就好了，好、哦，可以吧？可以、啊。好，啊、那减列40万就是冻结1/10，提书面报告，但是是法定支出之外的啦。哦，冻结要记录好哦。我讲的你们要记录好哦。法定支出之外，冻结1/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迄、那个。那个有明兄，有一案哦，可能要来跟您请示一下第19案哦，文康活动我们不列为通案呢，所以其他的每一个部会，昨天到现在大概文康活动我们都没有删除啦，因为他们都照那个行政院颁布的标准来定的。这个能不能撤案呢、啊？有明兄，给你报告啦。因为财委会文康的简历案全部都是时代力量提的，哦，这样嘿，他四点会过来，我把这几案先保留，他让他来做。你说这个保留，好，好，那再来22案第二幕，第二幕来，第二幕22案第二幕新的修正决议冻结1/5。提书面报告，冻结20%，洪坤，你也想过心想想的呗？来，审计长，是的，这个谢谢那个清明党团提的哈。本来他冻结的是1000万，后来有书面改成1/5。不过我们在了解，就是原来已经动了1/5，那再加1/5的话，变成说这个冻结金额太大了，所以我们建议说，就像我们能不能再调低一下，改成10/5。因为，那你10/1委员会保留的冻结673万，要含在里面还是外面？含在里面了。那就冻结10/1，就冻结原编率多少？326。啊，326，你那实则都326万呢，比伊的委员会更加少啊。伊这委员会就是。维持委员会的就好了，
安尼你都支持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的决议，安尼都好啦。因为委员会就跟人家冻结，一路安尼二十安尼。哎，好，那减列二十，那冻结673万，提书面报告哈，后使得动之。呵，来台北市省计处23，赖委员的这个这个保留，赖委员的都要保留啊啊。哦，来24第一，25第一目三节慰问金减列54000元，26一般行政冻结1/10。宣读完毕。院长这边就是文康，我们就先还有这个年终慰问金都先保留。OK，年终慰问金就看我们是不是通案的时候，我们一案来。24保留。啊，文康这边就等他从高雄赶回来的时候，他再来看。谁？国昌。对。好，25保留，26冻结这个预算多少？1/10啊。我们总预算。这个部分是不是依照我们刚刚审计部，就是把那个轮数会扣掉以后，再动手？好，那个这个台北市审计处法定的人事、法定的支出扣除之后，冻结1/10，提书面报告后，好、哦，使得动之。这总共才600多万啊，那6000多万。的法定支出啦，所有都这样啦。减列，然后减列10万元，这个是委员会我们尊重了啊、哦。好，那个新北市审计处，但是现在是赖委员。赖委员这个27案要不要把它保留？好了，你管嘞。好了。哦，好了。好了，休困。休息分钟，先喝一点咖啡，提神一下。啊。
对不起，对不起。
好，来来那个李委员，来好。好，来，那个新北市这个保留嘛哈，赖世宝这个，啊，28、29、30第一幕一起来，文康这个也保留嘛啊，三姐问君也是，啊，哦，三姐这个也是保留。三十冻结啊，保留二三十，三十是第一幕预算十分之一，是建议比照扣除人数以后十分之一。好，法定人事会的支出以及法定支出之后，哦，同意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安尼好不好？好，好。那减内五万，你们没有问题吧？没问题。好，来桃园市审计处31案，赖世宝的也是要保留。来第一幕保留，这文康。第二幕保留。啊。第34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是、哦，法定支出之后，哦，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提报告，哈、哦，来，台中市审计处35保留，好，第一幕36保留，37保留，38一样，三减。啊，就是扣除法定支出之外，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台南市审计处39保留，40保留，41保留，42一样。一样。好、啊，法定支出之外，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减内五万。高雄审计处43保留，44保留，45保留，46一样。啊，减内10万块，然后。剩下冻结十分之一法定支出之外啊，来下一个单位，谢谢啊，沈局长，谢谢谢谢。这里我跟林委员得有报告，会委员又送来整本车案单了。啊、哦，会委员的哦，刚拿过来的，修腾腾，修腾腾。好哈、哦，我想让你知影，哎，好，无，因为我要让你知影，也无到底哈、哦。现在我们处理。财政部。财政部。好了好了。
47案了啊、哦！来，财政部47以及47之1，税入要求这个主决议案，那个财政部许部长，好来，你们那个那官员在哪里？名单？我们这两个遵照办理好了。你47案跟47之1遵照办理，好，那就照案通过啊、哦。那赖世保委员这个保留。好来，那个48第一幕来。48。那简略一议呢？对啊，针对某一个税务案，这大家都知道嘛。一般行政你扣掉人事费，搞不好都没有一议呢。你这是那一天就一样的。好，撤签了、啊，撤签了、啊、哈，撤了，好撤。啊，陈学圣也撤了啊、哦。那50案，撤案。51。51第一目3.1千万元。洪坤。51保留。52撤案。53。53第一目增列经费356000元减列，撤案。好、哦。54。54第一。54要保留。那钱是30万。嘿嘿，这作用呢？临时的营业酬金。哎、欸、哎、欸，我跟各党团报告啊、哦。好，来，那、啊、好，那院长这个撤了，好撤。但是是不是请前面那个撤了？委员再跟黄委员再沟通一下。再跟委员讲一下，我跟各好，我跟各党团报告啊、哦。来，我跟各党团报告啊、哦。第一幕，财政部第一幕。减列40万，冻结5034.2万元了哦！大家别忘了，他这边已经冻结5000万在这里了啊、哦！等一下增加的都是增加的哦哦，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尊重财委会，他们经过很慎密的讨论，而且是各党团都有讨论啊。嘿，来55，第一幕一般事务费减列1057.6万元。啊，这把撤了，你因为一这减列那么多，他们要怎么办？办？我有跟那个黄委员沟通，好撤。保证，就出来了，就出来了。来56，文康活动，文康活动保留。57是冻结文康活动。57保留。58第一幕大陆地区旅费，这个通案。大陆理会这一次删减通案是20哦，蛮高的通案。来59，奖补助费减列48万元。奖补助也是通案。通案的、啊，这个是三节的，所以我们就哦三节保留，保留三节的他都保留哈。保留三节那个啊，那个未来整理要整理好啊，各那个啊、哦，这几栏了哈、哦。然后60，第四幕，60是通案。60也是通案，通案哦，你们减列这个100万跟冻结2800万9000元，我们要问各党团呐哦，这个是60、61是通案，你们还要不要减列100万？因为他们通案都会减列的哦，都会删哦。你要内案还是外加啦？我刚刚讲的是安尼啦，然后超过100万，你100万就纳在里面。因为你的本意是要3100万嘛，如果外加就是说通案之后你还要再加100万，照通案处理，好，啊冻结也不要了啊、哦，好，那第四幕我们照通案处理，因为两案都是通案嘛啊、哦，那委员会的减列100万
跟冻结28,900,000元，我们就取消、哦、删除哦，就以通案处理了、哦。好，好，我对吧？关感谢一下啊，嗯，主决议62案怎么样？好，那就照案通过哈。第七目63案撤案，63之1吗？啊？这个决议啊。63新增在哪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这个我是很希望三分之一，但是做得到吗？对，赶快讲。现在是做不到了哈，做不啊那对好对方向，对方向你看哪？要主决议啊。63之1。63之1。对，那个部长。第七目。部长，你每一年有没有在列管考察？对，现在。但是每一年要想办法比例增加、啊、对你有没有一个目标出来？是不过他建议增订、啊、对了，要想办法有机会有机会优秀的女性多一点拔擢，如果改建议案就好，改建议案好，建议要建琴要不要加演绎啦？因为他建琴建琴案由建琴啊，建琴未落实啊，那好不好？你要尊重女性发言嘛。建琴未落实发言，我们支持性别比例啦哈，但是也要尊重，要兼顾专业，要有这样子的人才的女性，这个我们支持，但是要务实啦哈。好，改建琴案，所以是建琴演绎的。建琴演绎啦。好，建琴演绎也可以啦。哦，大家。中文的文学拢素质较好，哦，建请研议未落实之行性别好修正通过哦。那第七目哦的预算委员会是冻结1亿哦。扁平性就好，其他都没有意见了。好、哦，你们是要照那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七目可以啊、哦。跳出来。好，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贺来国库署。64案保留哈。杨65撤案。66撤案，67保留。68撤案，69撤案，70在哪里？69之1有新的。好，69之1。之一就是国库署的第一目要冻结158,000元，同样。69之2同样的案子，不同的理由，也是动158,000元，宣读完毕。就是国库署，国库署第一目哦，已经冻结118,600,000元，那这边要增动158,000元。这前述冻结啊。你们的预算多少？这个预算？这个跟委员，跟主席报告，这个是冻结的是特资费哈，是特哦特别会特别费啦。在委员会的时候已经有冻结五分之一，在委员会已经冻结五分之一，已经冻结了啦。这所以这边我是建议说不要再冻结了。妈，我反对啊。妈，特别会是这个变通案嘛？通案处理了，好不？来啦，特别会哪个什么冻结？对，这个是给。不啦，买啦，买啦，那个有名。这边哈，其实后面。第二项第二目这边哈，对，好，全其实就是两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国库署针对兆丰，好，不是兆丰，对不起，类的一件哈，
还有这个张营，好，张营就前阵子收回，还有国葬当收回馈这个事情，收这个红包这个事情，做两个专案报，可以并一次了，两个专案报告，然后全部冻结20%，那署长的特别费也全冻，这样，好，是不是？税入了，税出这一块特别费哈，我是觉得我们这次都不要针对特别费处理了，好，那到目前为止也我们都采用这样的观念在处理。我们昨天在处理内政部警政署也是特别费，最后都可以。犯错的也不是，但是他们可以来做，不是了。他特别被冻结也是很奇怪的。我知道，可是哈，我了解了哈，那就说冻一半，他反正他来专案报告之后就解冻了嘛，对不对？那不要针对性的，这么多人，对，4000多个人有特别。来，等一下，这个国库署的第一幕。委员会有冻结1,186,000元嘛？那个要注意啊，对不对？对。那这个冻结案，我们就请他来专案报告。安尼好唔好？安尼好唔好？好，永明兄。啊，你这个15万多就包括在这里面了嘛？因为他这已经118万的冻结案，那我们请他来专案报告，那还减列了70万。第几案？刚才你讲的，就是第一幕啊，就是你提的69之1，因为69之1、69之2都是在一般行政，就是第一幕。委员会里面有会，就没会有，就财政部有，所以我们要提对案把它换掉。OK， 不应该这样处理。没了，没得，起码现在他要撤案了啦。对啊。好不好？我们在讲怎么处理嘛，对了，对不对？先不要，我们在解决问题嘛。好，好，这撤案，然后你们要来提专案报告了。好，因为你被冻结118万，前面都是书面，你这一次你这个要专案报告。好，对，好 ，OK， 两个主题哦，哈，好，啊，这两个就撤案了啊。等一下，好，这两个就撤案了啦。委员会里面有关，只有财政部有特别会被冻结，那个要。委员会已经处理了这一部分，已经在委员会處理了。对，那个不，那个我们反对没关系啦。反对对于特别会个财政部特别会有被冻结的部分，还是被删除的部分，我们再整理一下啦。哦，如果提出的像时代力量人家现在就撤了嘛，啊撤了就没有了嘛，哦。啊，如果在委员会有被冻结，我们也希望能够撤啦，因为他有来专案报告的嘛。对啊，专案报告之后就会撤了，好，好不好？就会解决了。好，我们是希望说这样子哈，国务署这边会更积极一点啦。好，虽然排案是在委员会，好，可是排案在招委了。哦，对了，在招委嘛，对不对？好，那在这情况下，不要差别大意啊，喝了，好不好？喝了。70，全国4000多个有特别会。69撤案，70保留，70保留，71保留。等一下，嘿，第二幕我一步一步来啦，我还没宣布的哦，你们都念要紧。那个第一幕哦，减略70万，冻结118万6千元，然后提专案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好，来第二幕，这里面没有特别。72案撤案，73案，74案是什么？来，74案到84案，共11案是针对第二幕通讯费冻结100万元，不同的理由，但是冻结都是100万元。你74案是第二幕冻结100万。冻结100，连续11个案子都是一样，但是不同的理由。这个。跟主席报告，没关系啊，他冻结100万也还好啊。来，跟主席报告哈，从74案到173案哈，二项二目这边哈，我们大概就有哦，大概100案子嘛。第二幕哈，是不是这案子全部并冻20%？好，马强，你先爸爸，你先听我讲，你可以讲完的来。对啊，冻然后并前面的案子来做专案报告。对对对，两额了。啊，你10%啦，咱给咱无20%啦。特别费也不动，那个也不动，不行啦，你这还是20%啦。好，20%，他赶快来报，而且两个案子也热腾腾的。我先讲一下，我们现在财政委员会的状况啊。通案呢？那通案的？直接通案呢？
我的委通案委没有了。有啦，他总共两目里面各式各样的都有。七十六至七十九不是七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一通案呐、啊，啊一五二至一七三不是通案的。对啊，你通案部分排除掉嘛。啊这个通案的部分，通案的通案一通案处理的、啊，嗯，对啊，通案啊这个到173都是没有其他党团的，都是时代力量的案子嘛。好，阿内赫伯啦，冻结不要一百万十分之一啦。嗯，我们财委会冻结是十分之一。来，院长院长，我等一下。小戴，你快冻结好不？啊，等一下，我讲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们财政委员会的。这总预算，用这种总预算是什么时候？12月29号那天才出委员会，也就是说，规个拢无信，最后一天讲出来，啊，这个结果造成什么结果呢？总共不要讲说实在量这100多万啊，好、哦，100万左右。那阿亮在这里，招委在这里，总共211万都要来专案报告后死的东西哦。不啦，这边拢盖书面了。没没，我现在就是他委员会是这样，等下我们要讨论这个东西啊。不啊，我都盖书面啊，头前拢盖啊。这规个来，那一想啊，后边拢会盖书面。对啦，我这边先先讲好啊。两百十一人专案报告，你就规工来报告，报报不了。啊，这大家讲清楚。啊，我发十样。人会并案呐。没有。无啦，你想听讲就。这个东西是应该夏秋平专案报告时的东西，在委员会里面呢。这个是这一。现在谈的是时代力量的另外增加100案呢，时代力量这边假如说时代力量很仁慈，全部不要了，我们还有211案是要专案报告的，请问财政委员会要怎么报告？不是这样子的，那是委员会的。我知，我先讲一下啦哈。所以这个要先谈清楚嘛。我来这试着做结论啦啊。我们是以募为主啦啊，那募里所有的案呐啊。他冻结，他减列155万，冻结1亿1783万2000元。其实你冻结那个100万，在第二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啦。你的目的是要专案报告你的冻结案里面的内容啦，对不对？那我们就来一次的专案报告，把这里面的内容你能涵盖在内，你不是来200次，不是的。好，然后针对院长，你先我讲不好了。那另外处理局，我们这一次再来处理，对不对？但是委员会的，我们都照委员会嘛，是新增的这些嘛？那不是新增的吧？这是新增的吗？委员会都照委员会，但是委员会那边有211次的专案报告嘞。现在这些人，你这些都是新增的，包括石南阳新增100多万，还有零星的新增的。我们现在处理这些没有用啊，我们所有的这委员会通过，我们都尊重委员会。无啦，啊，就当你听我讲，议员是就是讲，财政委员会来报告210几摆啊，这是要哪报告？无啦，啊，我的讲委员会是以协商这个为主嘛，委员会就要，因为我们协商是高于委员会，我们尊重他也可以，协商要变动委员会也可以。前面所谈的就是新增这部分，其他是。尊重委员会，我没前面所谈。无啦，咱头前嘛改一做一人推翻委员会，有啦。一人按而已啊，这个是整个结构性推翻。无啦啊，现在我们就来跟委员会讨论嘛，讲 清楚了吧？听到吗？有啦。讲清楚哦，这里为主了。没有问题啦啊、哦。那委员会那全不要了、哦，讲清楚、哦。徐永明刚提那个也不是黄国昌本来在委员会的意见啊。对啊，那是新增的啦哈。不过我们这边就支持院长的处理啦哈，就说把他。全部刚才讲的74到174哈，变成一幕哈啊。至于冻结10%、20%，其实最重要的是希望国库署这边有急迫感呐、啊，哦，赶快来报告。一定啊，我讲清楚啊，我讲哈，刚刚财政部有这个现象啊。你可以把它浓缩哈，对，看做一次专案报告或两次专案。对啦，我意思就是安尼啊，对，我谈多就是安尼宣布啊。啊，你卖从书面就是讲回来做专案报告。对啦，我谈多不是这样宣布吗？对啦，院长，我觉得我们就是尊重委员会当时的决议。那委员会招委他要怎么去并他委员会里面承诺的案子，那是未来招委他的意，他自己可以决定嘛。好，那我们今天的就是未来委员会要想办法去排进去，这样就可以。对啦，我们不要去改变委员会中心主义的决议。这个东西啊，你讲，
我补充一下，我们所有协同是没有改变委员会啊，总召，你没有改变委员会，总召，我要说明一下，要210一样的专案报告，财务预算再重新审一次嘛，费用泰就是搞这一套。叶秀，因为你不在我们财委会哈，我跟你说明一下，因为财政部的预算是排在最后一天才审，对呀、啊，当天有500多个案，如果没有照会员的主张说要到冻结，然后再到这个专案报告，根本就审不完了，我光背了，所以当天才会产生212个所谓的冻结在报告嘛。哇哈，我来做宣告嘛，我们各党团，我们这个协商会有结论，那我们党团签名这个形同院会，这个在我们的议事规则协商的结论。我们是尊重委员会的中心主义，你们的删减、你们的冻结，我们都尊重。但是报告当然是不可能一个提案就报告一次嘛，这个没有人这样来处理报告案的。所以我们第一幕、第二幕，因为有必要请国库署到委员会做专案报告，那我们协商就请委员会来排一个专案报告，针对第一幕、第二幕有疑虑的部分来说清楚。那冻结跟减列，我们就尊重委员会。阿联有没有？阿联有没有？有没有清楚？啊，大家四个党团都同意了嘛？一定要照这样做。好、哦，四个党团都同意了嘛？专案报告，阿联好不好？这个列入记录嘛？好、哦，好，对了，好、哦，那冻结案跟简略案就尊重委员会中心主义嘛，人家那个是他们删减跟冻结的嘛。好，来主决议174，要求财政部不得。我跟你不是那个院长，所以冻结20吗？还是不是啦？冻结已经冻结1亿1700多啊。哦、OK， 你那个已经并进去，没有办法、啊、超越他的啦。好，并进去的，好。来，主决174，要求财政部同意办理，遵照办理。好，175车案、176车案，好，国库署，好，结束。户税署177，等一下啊、哦，大家等我们换一下啊、哦，因为速度有一点进展，所以。户税署来177冻结财政部户税署台北、高雄北区、中区、南区各国税局第一幕的税务奖励金预算1/5。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177来怎么样？同意照办。同意，好，177我们就通过。来178赖世宝的案子保留吗？好，来第一幕179车案180保留，181车182同意，同意修正，对，300元呢？300万元，冻结第一幕300万元。来，等一下，你这个冻结300万，我们户税署的第一幕你已经被冻结986万了哦，在委员会哦，那个署长，在委员会你已经被冻结986万，这个我们是要尊重哦。啊，你这个300万加下去就变1286，那后面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并案就并进去了啊。并案了，就以委员会为主了。好了，183撤案，184撤案，185撤案，186。哦，到186是不186是八雷亚。哦，186保留。户税署186保留。啊，187。哦，187是讲补足会，这是通案。通案。嗯，这个保留，这个保留，删减问题保留。谢谢。好，好，那第二幕，哦，不是户税署哦，第一幕
就是冻结986万，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安尼对不对？对啊、好，好不好？那个院长，好来，您说，到188了吗？还没，还没有，我现在在这。啊，188是什么东西啊？有听到吗？有那个户税署有听到我的宣告不？好好，现在进入188案，来。第二幕冻结100万元。来，燕秀来。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写出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当时本来是希望说，透过遗赠税的部分来去做长照，但是今年长照的这个收回来的经费有限，对不对？那这烟税的部分收入大概只有多少？跟委员报告、跟主席报告，我们烟税其实是106年度比105年度、104年度增加。当时你们预估给行政院说，烟税大概可以补足。那个部分是基金，基金是烟税233亿，然后遗赠税63亿。但是现在还不到一年啊，而且我们烟税因为前半段啊，你们当时烟税说可以达到多少？233亿。对，嗯，然后遗赠税是63亿。63亿。对。那现在，那是基金，那跟委员报告，我们106年度了烟税收了244亿，105年度收了202亿，104年度收了195亿。103年度是到190亿，所以说我们整个烟税是有增加的。好，部长，那你可以提供给长照做基金的是多少？总共是55亿，总共57亿多。那原本预估没有，因为它是一整年的，所以半年你现在不能说这个乘以二，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前半段啊，因为都是第一个。抽烟的人他先会囤一部分，第二个呢，烟商的部分他一定把他的旧烟先出清掉，所以大概从11月开始啊，慢慢新烟都全部都出来了，所以说未来后半年的部分呢、啊，烟税，所以你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预估，就是说，真的是没有，下半年大概会烟税就会比较多一点，到基金的部分会多一点。好，有机会多多，没有院长，我很快就结束。有机会多多少？大概你预估？我相信跟我们所估计应该会很接近，会很接近。因为呢是一整年嘛，到6月12号，因为5月12号税法通过，我们6月12号才开始开征，所以就不会有外界说的这个提供给长照基金不足的问题，可以补足。对，不会，因为对那个长照基金来讲呢，事实上，好，那我大概未来3个月就跟委员报告，好，好不好？那你这个就撤案了哦。不要撤，我可以配合委员会，然后提书面报告，好不好？对，不要撤。好，188，我们它本来是删减多少？100万，我们就冻结100万，就是纳入这个冻结404万9000元这里面了啊。现在是讲第二幕了啊、哦，那189至197均撤案，192来换到192，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同意照办。好，通过。193同意照办。好，通过。194也同意照办。好，195同意照办。好，通过。好，来，那第二幕，好、哦，我们188案，哦。他并入冻结404万9000元里面，哦，你本来是冻结100万嘛，那你要内涵嘛，哦，内涵，但你的案子要存在，哦，那冻结404万9000元，减列120万元，那冻结案就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哦，清楚哦，好，来再来下来，第三幕。196万撤案，我们就遵照委员会的意见，减列300万，冻结89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四幕197案撤案，所以我们这个就没有处理。台北国税局，198赖委员、赖司法委员的保留。国税局198案保留，第一幕199案
第一幕奖金减列2342万4000元。哇，你啊！啊，你要保留这多？你减列二三四两千多万呢？茶税奖金无人会干。啊？已经冻结五分之一了啦。对啦。董员会冻结五分之一来做报告，书面报告。好了好了，撤案了撤案了，卖。对啦，撤了。想不要顾。撤了。财务法案条例也就是无咯。无啦，这些尽量查税才有。好了，撤案了。才有超增哦。好，199撤案，200撤案，201。两。好，你讲话。好，你讲话。不，因为我们已经有动静。没啦，就往这几条了。我们已经有动静。台北国税局，台北国税局第一幕。那是想提一下呢。哎，对啊，洪坤遐啦。好啦，这个其实。好来。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我其实不是，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于哦，其实就是说，因为不能把百姓当成一罐惩罚性的呀。对啦，你当公用茶水。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这里的，因为你这个有一种惩罚性的哈，刚刚就把百姓当成是好像你就是要逃漏税了，就是要一罐的哦，就有这种先入主的观念了。我刚刚这里就摆，哎，不，不会这样，我是在开麦克风，部长你们才会这样子嘞，院长不敢开麦克风，我开啊，我们的基层的税务人员都先把。老百姓当作贼一样啊，都想说他一定会逃漏税啊。这个是很多的这种声音出来哦。我们当然就是说该缴税，这是百姓该做的事情。可是你不能把他当成贼这样，当成他就是要做，就是要逃漏税的这种的角度去，应该是正面啊，你不能用负面的了。好，那怎么样？我们就撤案了哈。那让部长知道一下了哦，我们啊，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我拢知影啦，但是人家党团有他们的自主嘛，啊，阿郎伊都被撤案了，我们就感谢他就好。好，来曾委员，谢谢谢谢院长，我要那个厘清一下，就是茶委会他们报告都是专案报告，不是书面报告哦。不。有专案，有书面，不重要的当然就是书面啦、啊。你连不，刚才讲过了，台北向国税局啊，高雄国税局都来专案报告，你两百多个案子，你怎么报告？很多人讲过啊啦。不是专案报告，不专，无啦，有专案做报告，有书面报告，但是有病的啦。有病，刚才像户。是国税国库署，他们就要来做专案报告。但是像你台北国税局，你就要做专案报告，做什么？你就随时请他过来，他都可以来报告了。我的，因为他们有一些财委，因为我们今天我知道啊，刚才有他没有来了哈？有讲，他没有讲，那个招委有讲。听我讲，因为我们有长辈呐，因为我们几位财委会他今天没有来嘛哈？对，他是希望。报告尽量都专案报告了。对，那因为没关系，因为他说到时候其实我也知道院长实务上不可能他接嘛，不可能，啊一点去病嘛。对，啊那我意思说他假设因为他今天不能来嘛，啊他们希望要求尽量专案报告。有啊，这样报告他都让他去他反正看谁赵伟最处理。讲白的，里面有赵伟，后面有没有赵伟，他会去处理。好，刚才你有没有来？大家有这对这个问题非常深，非常深刻讨论了。有。客户一样的，这总是拜了啦。好，那台北国税局第一幕啊，2021至2024，我们看2021保留，2022撤案，2023保留，这是什么的？2023呢？哦，保留，2024。哦，保留，好，高雄国税局205保留，206保留，第一幕奖金减列1567万2000元，等一下哈、哦，我刚才高台北国税局还没有宣告啊、哦，台北国税局我们就尊重委员会的决议，减列40万元。
冻结16,948,000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哦，好，来205。对，205保留了啊，206。206，撤案了，你头前都撤啊了。1996就把它撤啊。啊，206撤，撤了哦，谢谢你。207撤，208至21。保留。209撤案。啊，保留，来。21也保留。来，212。好，来，等一下，等一下，高雄国税局减列800,000，冻结720,200元，提书面报告后，经同意使得动之。后来，北区国税局及收署212，212是谁的？好，保留，那个赖委员都保留了哈。啊，213。减列第一目奖金25,680,000。好，撤案，这一样的撤案。214撤案，215至215保留，对不对？对。216撤案，217保留，217保留，218保留，219。219有个文字修正，冻结北区国税局及所属预算第一目1/10。改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来来，你们的总预算多少？北区国税局几所属？767万元，25亿7,000多万元。22亿。25亿。啊，他冻结1/10，这个应该是扣除人事费多少？人事费除外。人事费20亿5,000。所以你们是5亿多，那他啊。他要冻结1/10就5,000万，啊，你们委员会是冻结1,219万，冻结啊，他不过他是提书面报告了，是好，那这个内涵呐、啊，哦，冻结1/10，可以的，哦，内涵冻结21219这个就取消1/10，然后书面报告后，哈、哦，好，遵照办理，啊、哦，对，书面报告，谢谢。来，中区国税局及所属220保留，221撤案，222撤案，223保留，224撤案，225保留，226保留。那中区国税局及所属减列130万元，冻结1,630万1,000元。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来，南区国税局及所属227保留，228撤案，229撤案，230保留，231撤案，232保留，233保留。好，南区国税局所属冻结100万，嘛，减列100万，冻结1,845万9,000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来，关路署及所属。来，交接一下。关路署委委副委副吗？哎，委员好。啊？认识吗？认识吗？上帝的内部的。啊。我请教您哦。对。廖署长，是，因为上次我有问哈，在那个桃园机场，今年七月间呐、啊，按泰国曼谷进口的那个4G的机器哈，弯板机啊，啊，你结果那个，因为哈，采个人名义哈 ，C3 的货物进口，入关的时候哈 ，X 光机检查，确实有一点问题呀、啊，啊，可能是它里面夹杂海洛因哈毒品，啊，结果需要破坏性的查验。但是哦，你海关给放入来吼，过耍了过没有人去压，啊，事后哦要去查那4G的机器，不翼而飞啊，啊，毒品哦，某可能已经流入市面啦，所以讲这个部分哦，廖署长啊，你买你有过去查无？这个包委员，这个案子因为检调也在调查嘛，吼，到现在目前的调查没有像报纸所登这样子。无啦，啊，问题，那你检调去调查，我是要了解讲，啊，你有没有追查那个到下落嘛？伊个
物件无去啊。人家有没有在介入啊？最严重啊！对，我知道，现在就是说，当时有报案，连松那些警察都找不到，都找不到嘛。伊个吼，一定会是偌严重，你知？伊个物件要透过 X 光机，结果它里面是封起来的。照理讲，那个要给它破坏，结果伊沿路也没有去压，拢无去归路，去到工厂啊，拢无没有人在压。然后到了工厂以后吼，因要去甲检查一阵，物件拢无去，拢无咧。啊，那个等于是里面，它其实吼，应该里面是有毒品啦。啊吼，去到工厂都。马上走了，找不到了。这个委员，我再说明一下，因为当时我们验货员是根据那个，就是说实体的货物去做人工查案嘛。有没有空气流？他查案完了之后，当然有经过 X 光机扫描，但那初步的 X 光机是看不出来，然后才用比较大型的 X 光机，看起来是那个是有空间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到最后，我们也请缉毒前来看过，缉毒前也没有那个毒品的反应这样子。因为吼，主要的是伊用质疑的是吼，他本来应该用破坏性的去检查，结果伊无啦，啊无了，问到工厂吼，迄物件试剂吼拢无去，啊我是要问讲事后有了解处理惩处无，拢无啊。这个部长，这个关务署啊，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啦啊、哦，他也是我们重要的门户啦，对，好、哦、啊，在这一方面再请署长注意一下啦，好不好？好、哦，这个因为一般的家长还有人民最讨厌的就是毒啦，好、哦，所以其他的都可以啊，宽待就是这个毒品啊、哦，绝对要严查，不能有任何的包庇啦。院长报告，另外赖院长也特别到我们台北关去做实地的视察，好，好不好？好，我们好来。这个不是讲安尼啦哦，刚刚林德讲这个，其实应该是要请他针对这个的调查报告，后提一个书面过来，要做一个书面说明嘛。好好你提一个书面嘛，哈、这个才是一个回应嘛。针对林委员提个书面给林委员，没有了，给各党团啦、啊，给各党团也可以了。你至少要有一个交代嘛。毒品的问题哈，这是要重视的、啊。我意思，对啦，毒品来重视。因为你哦，你照理讲要去追踪，因为哈、哦，你送到工厂的时候应该要有人压，没有人压以外，去到工厂物件就无去啊。你看这有严重吗？而且来这质疑就是讲来这有毒品、啊，你别恭维，你别恭维。所以现在不分党团了哈，不分蓝绿哈，我们全部都一致的要求哈。对，提书面报告，然后给各党团，好，然后也给财委会啊。那我在委员会的时候也一直。我是说，这个委员会已经要求我们提报告，而且我们报告已经给委员会了。好，也通过这个决议，那我们就进入。有问题要把它移送好办就好了。预算审查来，二三四保留了啊。二三四是赖世保委员的保留，二三五是郑天才委员，他是要冻结十分之一，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我们接受了，冻十分之一。可能要扣除必要的那个法定人事支出之后啦，对啦。来，我来处理哈，因为你的总预算是多少？我们总预算是63亿。那你那个扣掉你们的法定人事支出剩多少？剩16亿。剩16亿，我们你看，我们委员会冻结的就比他十分之一还多了。你照委员会吗？恨不恨？并委员会，恨不恨？好，那个署长，我帮你讲话，并委员会了，我们就不要再冻结了啊。好，所以235撤了啊，236至236来。我看你这好人就做到底了，撤案了啦。他本来是要扣掉你们的奖金啦，啊？你拄啊，该二三五转并去委员会里面就好啊。哦好啊，嘿啦，不并合并进入委员会。委员会里面。好，235不要撤案，就并委员会，但是不要撤了，对。冻结总数是17,504万，哪里啦？好，对对对对 ，OK。重启喽，对啦，好啦。安娜，无啦，我唔知要讲啥。以后你要调薪。署长啊，爱甲感谢一下啦，我那边台顶的奖金啦。好来，238，保留啊，237，保留，238撤案，
二三九。一个冻结案改成一个决议案。二三九改成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照案通过。那一个月来不及了。妈哦，他们这边有一个月吗？有啊。是内部的奖惩规定。一个月哦。他这个不是专案报告，是一个月内部研修官务人员的奖惩办法。一个月时间够不够？可以，我已经在处理了。好、哦、，OK， 他够就好。伊不是来这报告，伊来搞的话，伊是内部的修正了。对。来二四零，简历第一目。租金啊，车辆。这不是通案啊，这通案呢、啊？这个我们是一般的公务的通案车、啊，租车。好了，这二四零就通案，不是通案呢、欸。好了，这个就并入那个简历390万，因为你这个不是冻结嘛。对，这是简历。这是简历。他整个把它删除是吧？一共搞45万。啊、好，我们先知道，就先保留看看，等一下后面。那下一案，有，三二四一，二四一简历第一目一般事务费356000元。35万，来二四二，二四二简历一般事务费1/2。哦，二四二这个并案了、啊、好不好？并案了、啊，并那个简历390万那里啊啊，这个没有，哦，尊杰退休人员哦，这个保留，对不起，这个是保留三杰的啦，三杰全部保留啊，二四二保留，好，二四三文康活动的这个也保留，二四四通案，二四五通案，二四六，二四六也是通案的，二四六也是他们的问，哦。哦，通啊好保留，那就是那个黄招顺委员的240啦、啊、哦，还有241已经啊、哦、他的简历哦也没有多于390万，所以我们就尊重委员会的意见，简历390万，冻结1,705,046,000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谢谢。啊，你那个刚才特别提到那个毒品的。查缉啊，整个流程啊，那后续作为要提书面报告给蔡委会跟好来，那还有下一幕，第二幕，你还有第二幕，第二幕247，车案248车案249，这个是水电，水电费我们已经自行减编362万了。好了，不然这就撤案了，这水电费靠不意思了哈。250，一样的250，也是水电，哎，那两个水电，这也撤案了哈。251，要去跟黄昭顺委员再说明，跟他说明一下啊。251原来简列加冻结已经改成主决议了。好，251。哦，你说250改主决议是251，好，25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内容，你们要看一下哦，251。检讨尊节还好了，还有252，252也一样，原来是简列加冻结改成一个主决议。这个是通案啦、啊、哦，这个是通案，但是你们要改主决议，叫他尊节开销，我们也没有意见啦，这只是主决议而已啦、哦、好，好，这个案就照案通过哦，那。252、253、251、252是通案啦、啊、哦，那253至255，简列第二目，租用车，这也是资车的，哇，这个车案好了，这个需要好啦，这个车不要了，这个并入那个125万的简列数啦，对了，因为这拢几十万啊，尔，这拢简单，啊，这贵个一个34万，好。好，好了，这个也撤案了啊、哦，254也撤案了啊、哦，255也是啊，在这里撤了了哈、哦，啊256也撤了，啊256到258都通案了、哦，这也不能撤了啊、哦，256、258通案我们就一通案处理了哈、哦，那259撤案，
260是什么？冻结三分之一的。冻结第二目资讯服务费三分之一。啊，他这个已经冻结不？一家已经冻结八亿五千五百八十五的冻结三分之一也没有那么多啊。那个分组审查啊，并嘛以委员会为主啦，并案啦，以委员会为主。并入委员会，然后来第二目啦啊、哦，我来做一个宣告啊、哦，卷列125万元，冻结8亿5585万1000元，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安尼好不好？好 ，OK， 来主决议262，都撤案了，撤案了，主决议都撤案了，主决议全部撤案，好，清撤案，来国有财产署几所属？好，谢谢。关税署，今天你看你这么好过哦，奖金拿。关务署啊，国有财产署来，来265保留。这是我们赖委员的啊、哦，266车案，267车案，268保留年终慰问金，27269车案，26案是10000块呢，十分之一，这本来就车案了、啊，270。270保留，271保留。来，国有财产署及所属减列40万，冻结653万6000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二目，272车案，273车案，274。274，来，我来导入。国有财产署说会积极处理嘛，那改成就是动100万嘛，对不对？啊，你这边已经动2亿多了，你动100万，那就纳入哦。对啊，纳入啦，并纳入委员会啦。我纳入，可是我还是要他们提书面报告。没关系啊。好，没关系，这把这样子的，274冻结，你说冻结多少？100。274冻结100万。但是纳入2亿8098万9000元里面，但提书面报告给高入委员，可不可以？好，好，275。那加要喊直接加引导的对吧？减列第二目100万元。减列100万。减列100万。安娜。OK 是要撤案还是要？一边的改冻结了，好，纳入冻结2亿8098万里面嘛，哦，好，那第二目国有财产署及所属，第二目减列60万，冻结2亿8098万9000元，提275之一在哪里？这谁写的？看不懂。好，第二目是谁的？是林维洲了。啊，2000万也是纳入了。但是这三个项目我们都把它纳入了，但存在这个提案呢，包括李鸿金委员、高露委员跟林维洲委员的啦。好，那你们都要提书面报告给他们。好。好，那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呵，来第三目276车案、277车案，所以没有冻结啊。来北区分署。278案修正之后冻结北区分署第一目1/10预算，改提书面报告后送之。是要扣除啦，还是像院长之前的？人事扣除，人事扣除。来278，哦，扣除人事及法律固定的支出，冻结1/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278、279。279是保留，280保留，保留，281，来第二目，281，第二目修正文字修正之后冻结10%，好，第二目冻结10%，
哦，这个有没有人事会相关的法定的支出？这很简单啊，没有。那二八一就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送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支啊、哦。然后来中区分署。二八中区分署第一目二八三。二八三保留，二八四保留。南区分署第一目二八二八二，怎么又变成二八二？二八二是南区分署冻结十分之一第一目。好、哦、啊，现在到哪里了？二八二嘛。二八二是南区分署的第一目冻结十分之一。冻结十分之一嘛，啊、哦。提书面报告使得动支啊，啊、哦。啊，这个有没有人事会？好，这个法定支出之外了，哦，冻结十分之一。二八五保留，三节慰问金。二八六。保留，没有二八二八七撤案，主决二八八撤案，来二八九，二八九主决议因紧速检讨交换房地之可行性外，研议建构跨区域之供需整合机制，有没有问题？建议文字修正啊，因为这个部分怎么修正？来二八九，修正哪里？来。那个内容为什么要做修正？哦，因为那个跟交换的话，在主要机关要提出来，国产署才可以配合。国产署不能说啊，你这个住外面房子，我跟你换，拿房地来跟他换，所以我们是被动啊，哎，对的，我们不能主动，因为哎涉及到跟私人交换也有哎。好，那修正之后我们通过。建情改建情了。我来一件，安尼修正安尼就会使啊。修正之后通过啊、哦，来二九零。来文字修正是会商了，共同办理用会商是这样子吧？啊、哦，对对。然后原住民族传统领域范围内国有土地管理机制，以利部落是改修改成这样子吧？好，修正后通过。二九一，二九一决议案的文字修正。啊，这个已经修正好了嘛？哈，对，这是修正过了，要求财政部邀集首长、宿舍主管机关检讨现行规定，并研议改进措施。好，那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照案通过。来，二九二，二九二建议，因为昨天院里面的决议，对于那个预算上限跟额度的部分。有做了一个修正，对，我们就依照昨天那个办法来办理，是一并到行政院三十六，好，好，那个高路委员，是一样吗？昨天有解，这一样的，对对对，昨天针对，对一样，他们要求，我就是也好像是有名要求，对，主计处要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处理哈，那这个案子就并那个案了，所以这个案就不必了。因为你这个有数字，有九千元不得逾九千元，一次性装潢费用每平方公尺不得逾，经查有所长据该点无节制电购高价电费，这是谁？你现在修正文字来，院长。啊？还有一个修正文字啊。啊，不然你要不要看修正文字？好，你看一下。这个版本怎么可以啊？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前院委员会提案，就像没有前院委员会啊，啊，不啦、啊，所以这个昨天就跟你们讲，前院委员会要取消了。啊，昨天也搞不清楚那个，没有前院委员会了，啊，内容你们看呢？内容看一下。内容一样，内容如果是、啊、你看那个修正那个内容可不可以？就把前院委员会改掉。就是。那个谁，那个署长，这是你们修正的吗？就并案的就可以。啊，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案子，昨天都通过了，所以这个案子就撤案了啊。因为你两个案子是一致的、啊、昨天都已经讨论，也已经修正通过了。昨天那个案子已经通过了呢。我叫今天嘛，他们改过。昨天案子是这一个吗？昨天对啊，就一模一样啊，就这一件事啊。
昨天就是这个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们那时候都在现场，就在那个，我没骗啊，就在行政院秘书长审查预算的时候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案的啦。啊，你提两个案会很奇怪。这就并案一起就好了，没有不是并案内容都一样的。之前那个提案都已经通过了，一模一样的案子，所以这个。对。交会议啊。没有，意思就是说昨天的主决议，昨天的主决议已经过了的意思。对啊，对啊。这个案子昨天在行政院那个行政院的预算里面就通过了。然后这个也是主决议。也是主决议。OK， 好，所以就是你回去了 ，confirm 了啊。好。如果有一致就撤一案了，你没有。Okay. 但是在行政会比较有约束力，不是在国库署了。那全部撤也可以了。因为他是。那没有要撤啊。好，来，那再来，二九二已经处理了哈。二九三保留。妈，等一下，妈，蓝现在是到资讯中心了，资讯中心。那个，这个刚刚院长说要撤了。我猜南区分署啊、哦，就没有任何的冻结跟删减啊，南区分署没有了哦。那我们主决议刚才也已经宣告过了，我们现在进入财政资讯中心。来，第294案保留，一样的，294保留，295撤，296保留，297保留，298保留。第一幕啊、哦，委员会财政资讯中心减列200,000，冻结9010,000元，提书面报告后送委员会通过后，使得动之。是、哦、好。中违办了。哦，中。你们的预算多少？9000万是几趴？我们的。这一幕应该是第一幕，四亿多，包括第一幕是一般行政，包括人事费是3,900,000，好，125万，然后基本行政是2,000多万。不然你第一幕总经费多少？4,1927万。啊，人事费多少？人事费多少？人事费3,9722万。所以你就是一亿一，他跟你冻结9000万，恁当时是安那的讲母？才1,000万而已啊。四亿是三亿九是人事费啊，数字可能有点点有误差啊，误解。那个我们那个减了200,000不要动了哦，财政资讯中心第一幕这个有人事费，我们人事费扣除之后冻结1/10啦，是好啊、哦，1/10。资讯中心主任谁啊？21啊，你搞不清楚你预算。不啦，那都让委员会搞不清楚，不是他搞不清楚。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委员会来，我再宣告一次哦，财政资讯中心第一幕减列200,000，然后扣除法定的人事支出之外，冻结1/10，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阿六先撤吧，是好，没问题。不啦不啦，委员会这个就修正了。院长，等一下了，等一下。来，好来。他这个最主要问题是在于为什么委员会会冻结这个、哦？他最主要问题是他跟前瞻有重复去编列到了。他这个、哦、最主要就是说，你现在的107年的预算的话是1,1724万嘛，那其中的软体硬体设备的话是9,000多万嘛。啊，这9,000多万，这个跟前瞻的计划的第一期的预算的财政资料中心的这个整体的所编列的这个是有重复的嘛？是，这个所需的经费是18,800万嘛？是第一幕，我来说明一下，哦、我来说明一下，是不是在第一幕你说？是，主席，我说明一下，是主席，我说明一下，这两个是没有重复的，看起来这个题目
容易让人家误解，其实没有重复的。我目前财政部编的财政云呐、啊，那1亿1700多万，那是 for 国产署的业务的需要，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没有重复。那个1亿1700多万是为国产署，国产署未来要移到我们财中心里面来建制，所以那个1亿1000多就是为国产署用的。那我们另外这一笔，就为我们财政部未来整个财政部要建一个财，按照行政院的一个政策啊，要建这个叫财政部资讯中心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计划是为这个计划来做的，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容易嘛？那你就提出经费支出的这个明细出来。是，没问题。你提的要提出来嘛？他会提书面报告嘛？啊、哦，不是，书面报告。这个里面要把经费支出的明细。好。就是你的书面报告要把你的经费有没有跟前瞻有没有重复，你刚才讲的要提出来说明。好，没问题，提给财委会啊、哦、还有各党团。好，来第二幕，第二幕299，这是啥？嗯，我都还没讲到，你就你讲第二幕啊。好，我开始，我超给你，哈哈哈，进度比我较紧。好，那这个我们就照委员会简列550万元，冻结1.0438万2000元，这个有没有问题？你们这个总预算多少？我要问这个并到委员会了。就哦，你的并到委员会了啊、哦？对对。好，但是这个经费多少？这个总经费多少？这就1724万。第二幕的预算多少？第二幕是8.0807亿。那这样大概1/15啦。八好了，不是啦，不是十五分之一啦，是1/8啦，1/8啦。好，没有关系，提书面报告哦，好，书面报告哦，使得动支啦。OK， 好来。两个主决议。300案要求财政资讯中心加强研议如何简化。第300案，我们配合办理流程，达成定。好，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草案通过。301，这个徐委员同意撤案。嗯，好，那撤案。这个有机关的、啊，这个不要搞。那有怪怪的。签吗？有签，我们同意撤案，拿同意书。等一下，院长，301我没有看到同意撤案的资料。你们有撤案的要拿他们签名的来给我看，要不然。我们随便，你们说撤了，我们就撤了。到时候有。好，财政部，谢谢你们，徐部长，好辛苦。那这里好的，啊，黑话啊，给破话来吗？好，这边。来，终于讲了。好，金管会。来，副主委请坐。好，副主委坐好。坐。好久不见，工作快点。要要看时间嘞。院长太厉害。两个人在搞效率啊。好了，我两个重复，怎么重复？大家我就可以了。大家重复啊。好。今天我过来。我怎么去？我怎么去？交通这么堵。我跟你说，
好，来，谢谢我们啊，谢谢顾主委啊，来，等一下你就要谢谢各位委员哈，能不能吼，赶快换给你台下这些哦，来，我们经管会啊，302保留。第一幕303车案304，改主决议。304本来是冻结改主决议。对。这改主决议可以接受啊。好。好，那修正后通过。305保留，这个是通案保留。306保留，这也是通案。307。307。简列第一目10%，308简列第一目冻结第一目20%，同案一个简列一个冻结。好，等一下再讲。好，再来309啊。309也是第一目简列10%，310是同一目冻结20%。继续啦。再继续。318是冻结百分之十，319是减列百分之十，320是冻结百分之二十。这个到321哦。321是特别费全数冻结。好，来，这个。特别会啊，刚才有名的也表示过，大概都撤案，但是要有一个专案报告啦啊。那这个在委员会是减列2478000元，冻结212000元啊。那现在第一幕的部分总预算是多少？第一幕的部分总预算，第一幕哦。第一幕的预算是多少？啊，多少？1.96亿。你看你们的会计都比我们的助理还慢。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你们有两幕了，一幕、二幕。预算多少？第一幕不含人事费的话是那个5112万。总预算多少？含人事费。含人事费是那个2亿多。来了，你爱。院长，我们慢一点，让他也很紧张。咱较慢嘞，好，好，好，休息。会计啊，还是银行局的。黄主任啊，哎，你又很熟了。哦，最近考察也无哈。那个，来，就是人事费加油费合起来是2亿1630万3000元。一亿啊啊。啊，你说那个人事费多少？扣除人事费五千，扣除人事费是5112万9000元，然后这是一般行政，然后金融监理的话是1916万9000元。休息，等来了。但是，等来，小看唔掉去，小看唔掉去。第一幕一九千六而已啊。第一幕是一般行政呢。对啊，一般行政扣除人事费是5112万。但是你这边一般行政是1亿9681万4000元呢。它是含有那个人事费。啊，这个含起来多少？你的人员维持费是1亿4568万5000元啊。对。所以。基本的行政费用是5112万9000元、啊、所以没有2亿多啊。不，刚2亿多是含那个一般行政加金融监理，
还有人事费。那你不是啦，我刚刚跟你讲第一幕啦。所以第一幕只有一般行政不含人事费是5112万。第一幕讲半天。第一幕总共多少啦？院长讲第一幕多少啦？我们这样子哦，我们有款项目结，我们现在是省。19600万。对啦，对啦，你就对啦。啊，破一波，破一波啊。啊。好，哎，那个这样子啦哦。高露文，这个大概都是啊、你们的案啦哦。你干脆看是要冻结多少，哦，减列我们就减列24780000元就尊重啦哦。但是你要减列多少，请他们来做专案报告，这样子处理啦。冻啊，就是冻结，冻结10%啦。我们因为一般都是10%。对，院长主持，我们现在各个委员各部位都是10%啦，10%啊。没有啊，你们要他来专案报告就专案报告。我这边有几个案子，就是说我可以改成冻。我们要一幕啦，你不要一个案。哦，你要整个去，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一直都是因为我们要用幕啦。但有几个案子哦，我们要特别坚持，就是都要做专案报告。哎啊，对，所以这边。所以就是啊，就是如果你减列10%，它针对你里面的冻结10%，对，冻结10%，你针对里面的提案，我们就并进去，嗯，然后它就要针对你的提案来做专案报告。整部冻结嘛，对不对？冻结，也就是10%之内了，1/10啦。然后对，然后专案报告使得动之啊，好不好？好不好？好，好不？主委，可以了哈。专案报告，专案报告，我们是要专案报告，因为这里面太多。我现在不太懂，就是因为整个的冻结的那专案报告是针对什么的专案报告？他有提案，你要看，你们要看。刚刚的提案不是太追了，我在，但是哦，他只是几个重点呐，啊。你希望他针对哪几个重点？你可以提供给，因为你的提案十几个啦。这个和刚才财政部是一样的啦。财政部长，211个专案报告都要集中了，集中看一个专案这样嘛，你不能，哎，那个安妮娜，我这样跟顾主委跟你讲啊，对，他提出从304到321总共有17个案，你不可能来报告17次的，好，你是来一次，但是你里面把它整合他想了解的东西 ，OK， 好。这样你就知道，来一次而已啦。好，来，可以了。我们那个院长，我再确认一下哦，因为不管来几次没关系，因为招委最后会去决定，委员会里面会去做决定嘛，哈。那因为院长，我刚才听到你讲的几乎都是先书面，经同意，经同意，那就同意嘛，对，要同意。如果不同意，还是回到委员会当时的原决议，比如说委员会当时的决议是要专案报告，那我们就专案报告，那是委员会决议。啊，对，还忘记还让人家去两个招委去处理。他们这一个案子我们就专案。对对对，但刚前面包括财委会的那个财政部有专案有。对，没关系。那你院长，你刚才是的都是说先书面经同意，那就如果没有同意，就还是回到委员会。那要不要先书面？哦，没有没有，我这好了，那就专案啦，哈，都是专案。没有没有没有，好，没关系的。这个一般行政有什么还要报告？他整个业务都很清楚的划定的嘛，啊。我们这边有17案，总共100多个案子，我知道了。啊，但是我不是啊，就是这边里面有很多的部分，我们都觉得要坚持，不然我们一案一案处理。好，来了。那是你说什么？啊，不啦。来，我们那个冻结那个21万就含在内，冻结1/10，然后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啊，那。人事会啊，当然法定人事会排出来，就是那个5000多万的，哎，那个，5112万9000的1/10，然后提专案报告后，21万2000，哎，对对，好，好不好？报告了，好，啊，这专案没有了，我已经裁定专案了。这个哦没有，那好，一个预算审讲是，然后今天的报告，那个绕尾还有，来第二幕，这个根本法案都不去审了嘛。第二幕来，
322案改成原删除加冻结，改成第二目冻结100万，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323案原冻结案改组决议，要求金管会应确实要求金融机构强化内部控制及对外分支机构之管理，加强管理检查，对民众履历相关措施顺利畅行。324撤案，325第二目冻结10%，326第二目教育训练费冻结减列10%，327同目同项下冻结20%，328第二目物品减列10%，329同样冻结20%，330一般事务费减列10%，331一般事务费冻结20%，332通案，333通案，334通案，335通案。好，我们322哈，那个322冻结100万啊，提书面报告，然后经委员同意后使得动之，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啦啊。好，你们这个好像有协商过嘛？好，这没有问题哈。好，那这个就100万，等一下，因为你这个预算才1916万呐。好，第二幕啦。这个是刚才您第一幕、第二幕加起来是2亿多的啦，这是第二幕啊。然后323，它改成主决议，这个主决议怎么样？可以，可以。那主决议我们就通过了啊。吕玉玲的主决议通过，324撤案了啊。325一样，325一直到。好，到331，到331了啊，335到331，这几个案子啊，我们因为332、333、334、335是通案，我们就一通案处理啦。这个大家哦不要哦，这都通案处理。院长，通案很多哦，我要提醒哦，数目都很庞大。那不管啦，那个都是他们的事情啦，好，这个通案。啊，那个通案，他们都是委办会啦，讲不出。知道了，我只是提醒。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删他，再删他就麻烦。我没有说现在要删他，我只是提醒院长跟柯总。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不要忘记，通案数目很庞大。对。是未来谈判的重点。来，325至331。好，这边没有人事会啦，我们删100%，我们冻结这个265万不要啦，我们冻结1/10啦。那个我们在委员会已经被冻结了那个删掉了，那个重来了，重来啊，从那个260万，因为260万已经超过1/10了，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冻结你1/10了，就没有委员会的，就好不好？委员会的265就没有啊，不然这样子来 Megan 政委，我可以支持你，我们支持冻结265万元，但你这个并入内涵，他才1000多万呢，他已经跟人家冻结20%了。你要并入他们的啦。并入啦。高啦，对啦。但是，但是高嘛？但是这个啊、哦，这个并第一幕提专案报告啦，并第一幕啦，没有来报告两幕的嘛，不然你要来报告哪一项？你要跟人家讲啊。我想这个金管会应该都很清楚，我们这边啊，所以他就来一次，所以才会并在一起啊，不然要怎么并嘛？变成100多个，大家喜欢一道回啊？你们这边不是、啊、主委？如果不啦，有必要拍桌吗？不啦，高路委员。啊、不然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嘛。不是，我刚刚已经跟院长讲说，我们一整幕来处理了嘛。但是你不把高路委员，第一幕跟第二幕的性质，其实它是1000多万。我的意思是说，看主委，因为这个主委应该也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时代力量在意的部分，你要做哪些的部分做专案报告，你应该都很清楚啊。对的啊，所以一个轻污案，所以就。另外的行政措施是怎样？我处理，我来说明好不好？委员，因为他第一幕来，他就可以讲到第二幕了。
因为你第二幕实在没有什么好讲，它才1000多万的预算，你的目的是要了解一两个重点，他都知道，所以第二幕就跟第一幕并案来做专案报告嘛。对啊，这个绝对是合理的。没骗你了，就刚才一了解案，好不好？也清楚。那我们就这样子了啊、哦。第一幕跟第二幕就并专案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啊，这样就好嘛。这样你就达到目的了。好，院长听院长的。好了，对了对了，我好来主决议来。336建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将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所需相关经费，自108年度起纳入金融监督管理基金预算编列。宣读完毕。336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337要求金管会除依法审核民营金控负责人是否符合法定专业条件外，不得介入人事推荐及派免。宣读完毕。337有没有问题？好，照案通过。这个郑明忠委员的案子都照案通过，因为他最了解了。338要求金管会派任所属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出任年龄不得逾65岁。这个我们提对案了。我们旁边有一个对案了。338为因应业务需要，各主管机关针对各该财团法人之政府遴派之董事长、执行长、总经理、院长或秘书长，出任年龄不得逾62岁，任期届满前年满65岁者，应于3个月内更换，但处理两岸国防、外交、贸易、科技事务之财团法人负责人或经理人，特殊原因或考量，依权责报行政院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但本人二亲等内，在对岸涉及经济利益者，不得出任。宣读完毕。啊，这照片长这个比较完整啊。你比较完整哦，完整内容完全不一样。完整，他到底是？你听我讲，内容不一样啊。你当然弄错了。你只有四分之一。你这个是财团法人呢、欸？对吧？你这个他，我提的是公司啦。不过 OK 啦，我也尊重你。好好好。但是来听我讲，听我讲，把我的提案呐、啊，要因为你现在这好，就用你的提案好，你算是财团法人对不对？要加公司啦，包括期交、证交所、期交所跟集保公司啦。那了就丢了啊！你后面有你丢六例外，就让你例外嘛。好，好不好？好，但是要加进去那个才证交所、期交所及集保公司，那、啊、都 OK 啊。跟各位人报告一下，那个第一个哈，就是说现在有一点有要三类了哈，要三类哈，有一类是国营企业哦，你没有国营企业，对我没有国营企业，有一类是财团法人。哦，存保是我们国营企业，有一家唯一的一家存保，那另外有一家，有一些就是属于那个周边单位，但属于公司制的，公司制嘛，对不对？哈、哦，就是说证交所、期交所跟集保。那现在国营企业的部分，哈、哦，行政院都有放宽，对，有已经有松绑了，行政院的，对，我知道，有一个松绑，对，那。不归国营企业的这些证交所跟期交所集保，如果要比这个现在行政院放宽国营企业还要严，我想这个不太好，不可能不太能够相称啦。那另外财团法人的部分现在也有一个规定，那也是有一个但书的规定，就是说处理怎么样要有特殊考量，我们报给行政院或主管机关核准，就不在此限嘛。对，那就是说，证交所、期交所、集保的这个部分，反正现在就是根据行政院它有一个规定来处理。那财团法人的部分就回到我们现在也是财团法人的那一个准则来处理。那如果按照曾委员的这个讲法，会完全没有弹性嘛？完全会没有弹性了，这一点。曾委员是要弹性还没有弹性？我要没有弹性。不，我补充一下，我补充一下哈，因为如果说。按照柯总召这个，把那个我们曾委员的公司的都纳入哈。那许章尧3个月后就要下台了。许章尧现在就66岁啊。他没有啊，他已经不溯及既往。不溯及既往是吧？哦，这样是。来。
来就不遵纪啊，因为哦，其实我也是好意啦，啊，做个六十八岁这样机会，啊，你要培养年轻的，对不对？做后面的才有机会啊。你真的啊，其实我会赞成啦。柯总他这样子，你把这个期交证交所、期交所几把加进去，有弹性嘛？啊，你这样跟那个跟财团法人才一致啊？你要弹性的，弹性就没有关系啊。不会这样，不是啊？那我最不弹性是我的，但我不坚持嘛。我那你的提案我就加进去嘛，加进去上个公司嘛。我接你一点嘛，哦。你不一点了？我不一点喽。没有，我觉得你没有建议。有啊，要加进去我的啊。只有公司啊。当然说，我提了你尊重嘛，哈。啊，叫公你爷嘛。对。啊，你爷是要干咩啊？还是讲行？干咩啊？干礼拜啊，交公司。在量发零交公司嘛。啊，这全部有弹性嘛？有弹性啊，有弹性的啦。主管爱蹦点，主管爱蹦点。那个弹性哦，弹性唯一的就是说，他弹性说要处理两岸国防、外交、贸易及科技了哈。哎啊啊，那可能大家能够接受，就是说证交所、期交所、期保也是有含，也有可能处理这些嘛，对不对？应该都有了哈，证券也有很科技的东西嘛哈，哎哎。加金融，好，了解 ，OK， 好。其实跟院长还有总要说明，我提这个哈，提这个也没有夸张，为什么？以前就这样做，你知道吗？我以前国民党就这样做了，对不对？对不对，诸位？国民党是这样做的，那为什么你现在民进党不敢做？尤其我讲实在话，因为其实民进党哦，财经人才比较少，其实他让年轻人赶快接班是真的，我跟你讲，这是好意啊。他会接送下来啊？哦，下联下联，为什么？国民党都可以做了，你们为什么不敢做？有弹性条了。来，该怎么改？来，那这样子的话，唯一有一点啊，就是说，如果要加进这些公司的话，那个出任年龄不得逾62岁，能不能改成不得逾65岁？好了好了。但是现在又会放宽财团法的部分呢？财团法我们现在已经上，因为现在是两个并在一起嘛，对，两个并在一起，是不是就能够稍微放宽一点？那假设不要并，我自己来写好了。可以。再修一下。好，我们这个先保留，啊，文字修正了，先修正文字，先保留再修正文字。方向不能保留，方向不能保留了，能够热度了，方向不能保留。339撤案，340撤案，341。341有一个修正文字，要求金管会研议推动数位金融交易之单一硬体凭证机制之可行性，于3个月内向财委会提出报告。宣读完毕。好，这个下会期的3个月能不能改下会期啊？因为3个月恐怕我们会在总执行。好，那你们这样子可不可以？有没有文字修正了？研议嘛，就是研议推动数位金融嘛，这是你们改的啊。啊，可不可以？可以、啊。好，那就通过修正通过啊。他们有两个版本。没有。用这个版本。对，演绎出。哦 ，OK，OK， 演绎。演绎这个啦，就修正中过了这个啦啊。好，来，我们到进行到银行局。银行局342保留第一幕。343保留，344保留，345第一幕减列10%，346冻结20%，347第一幕减列10%，348冻结20%，349减列10%，350冻结20%，351减列10%，352冻结20%，353冻结50%，
354冻结50%，355冻结20%，356减列10%，357冻结50%，358冻结50%，359通案，360通案，361撤案，362撤案，363减列10%，364冻结20%，365冻结50%，366冻结50%。宣读完毕。好，来，我来了解一下啊。第一幕，银行局第一幕，我们的总预算有多少？3,258,648,000元，排除人事费是61,172,000元。6,117,200元。那这里面啊，355,356,359,366这个通案就依通案处理了啊。刚才李彦秀委员也讲，通案的恐怕会删蛮多的啊。那委员会是减列80万，我们这个不要动了啊，就减列80万了啊。现在就讲冻结啊，我们征求一下时代力量的意见呐，你们希望统一冻结多少啊？要怎么处理？来。我们这边冻结大部分都是10%到20%嘛。对。那在这里，时代力量可以接受，就是冻结10%，然后这里面的每一个冻结百对，那是不是希望就是说，如果可以改书面，我们也可以接受。好。就冻结，冻结一案就好了，一个目一案就好了，没关系，拿书面个别给拿书面就好了，冻结。1/10改书面，但是这边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改书面，改书面，同意，经委员的同意改书面，书面呢、啊那个、报告进会，法定预算人事费，他没有，他这个没有人事费，没有人事费，第一幕嘞，哦，这第一幕有，就是扣掉人事费的6,117,200元嘛，冻结10%，然后减列80万，好、哦。然后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应该一个目一个书面啦，对对，都一样，没关系啦，这个让他们去回应。这原则问题啊。他可以一本里面把每一个理由都写在里面，也是一个书面啦。通知不能都要。好，来第二幕。报告院长，还有一个367/1是第一幕的特别费。哦，第三多少？367/1有一个第一幕特别费是车。367/1。对。刚刚现场新增的，这特别会就撤案了啦，了刚才都讲过了啦。好，新闻名都撤了，特别会都撤案了啦。特别会全部都撤案了，从昨天到现在，特别会完全都撤案，包括警政署。啊，昨天、今天早上跟昨天那个行政院，包括他所有的那个特别会通通撤案呢、啊？对啊，特别会全部都撤案，你可以问一下徐委员，徐有明委员，没有，不是啦，特别会，不然你就不是啦，特别会都撤案啦，都撤啦，真的啦，所有的特别会都撤案啦，他们对对都撤案。不是这样子的，不要为一个特别会来表决，这个不好啦。这是银行局哦，这银行局哦。我不，爱讲啦，我讲清楚了，我们不要差别待遇啦，啊。那、啊、有的特别会给他，有的时候不给他，全国四万。天哪、啊，那弄、這個、弄撤案啊，特别会全部都撤案，党团每个党团。那实际上绝对不好了，不要。这个对，没有通案，因为你一个现在没有通案，现在特别会已经全部都撤了啊。对啦。只有你这一个案子表决也是很奇怪、啊。对，会很奇怪、啊。银行局的特别会，
银行局局长是谁啊？啊，他删你的特别会，他对你不是哈哈不好啦，不好啦。而且刚才顾主委你的特别会也撤了，不啦，撤了啊，都撤了啊，撤了撤了。刚才都讲了撤了。你要监督一样可以监督啦，没有都可以啦。这个他都要来专案报告的，你还那种了，这样会不要不要不要扣他的特别会啦。你收到院会表决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是多一个案子而已。好来，对事不要对人。大家已经很低调容忍这个事情。那对实在很好。三六七原来是冻结案，提了一百多个案，同一个事情提一百多案，这对你们不好啦。对了。而且我们刚才也陈路上了解了，他们两个也该。该写到回末啦。对，刚刚财政也撤掉，所以我是建议一样撤好了。啊、我敢能够下坡下因。下坡。好啦。没有，蔡英文说如果觉得不满意可以拍桌啦，如果是说郭委员觉得不满意也是可以继续拍桌啊。特别会不要了，撤案了，撤案了，这个撤案了。好，来下一个第二幕，尊重院长。第二幕来，三六七原冻结案改一个主决议，可不可以？这个主决议有没有？有没有问题？三六七改主决有没有问题？好 ，OK， 那就照案通过，修正了啊、哦。还有一个三六七之一呢，好是吗？那是刚才的特别会。好，来三六七之来三六八。第二幕冻结10%，三六八案。啊、来再来三六九案第二幕三减200万，再来三七零原冻结主决议改成主决议，三七一通案三七二通案三七三第二幕冻结50%，三七四第二幕冻结50%，三七五第二幕冻结50%，宣读完毕。好，这个那个亲民党的主决哎，这个有一个主决议啦，哦，370，这个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可以。370。有关的连带保证人的，由银行工会自律规范再检讨。有没有问题？哦，没有，修改，没有问题了。好，那修正通过了哦，这个370修正通过哦，那么第二幕哦。那个委员会是减列60000，冻结200万了、哦、那第二幕我们想要了解，我们大概有多少的经费？这个银行监理的部分。692万。692万1000元。你冻结200万已经是冻结多少了？你知道吗？三分之一了。已经减掉60000。那能不能？第二幕哦，通案的部分三七三就通案处理，其他冻结的部分我们就冻结委员会的200万含在内，因为已经是冻结最高的，他才600多万，你就冻结200万。好，那个不好意思，院长这边还是要求要做专案报告，是专案还是书面？专案这边有几个哈，像是368的部分，希望这边。能够做专案报告，然后对，那其余的部分，像是三七，没给你其余的你，他只要来专案报告，你都可以问。OK， 那就是这一幕。好，那这一幕可能你要来专案报告了哦。现在就是说，虽然是银行局，可是我们都是本会嘛。那刚刚前面不是我已经有做专案报告了吗？那就并前面一起专案报告好不好？那其实可不可以？没有在本会的部分是专案报告吗？对，本会的。因为他报告也是庆户，他也是庆户，并到我本会，因为都是庆户案啊，不然就是张银，他也是张银啊。他们都会一起来。我跟你讲啊，老陆啊，老陆啊，因为金管会来报告，到时候也银行局也是要报告啊。
所以事实上是同一件事啊。不是，都是我报告。都是主委。难道会是局长报告？不会，是我报告。那我不是，都是我啊。院长，下次你会在财政委员会。369案的部分哦，我们还是坚持保留表决了，因为凭良心讲哦，这个庆富案的严重违失哦，其实行政院的这个专案调查报告里面哦，也非常明白的写出来了哦，凸显出我们银行体系在这个放款审查内控稽核跟没关系，所以才完全369保留。好，保留。我们要删减，他不愿意嘛，哈，他不愿意，我们就保留。不要删减了，我们就保留了。啊，删减，对了，立场了。啊，你专案报告其实是可以并案，因为都是同样的问题啊，他们都是同一批人。对啊。嘿嘿，好，那并啊，经管会啊提专案报告，经啊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哦，第二目。来进行主决议376-380。376要求金管会应督促各银行注意风险控管，并与其他部会合作协助各业者资讯交流，以健全业务经营。377智慧型手机的普及，推动行动支付业务快速成长，要求金管会应针对条码行动支付提出风险控管办法。378有文字修正。好，等一下，376有没有问题？好，那376就通过。377有没有问题？好，那就通过。378文字修正有文字修正，就是白色这一张嘛，对对对，那有没有问题？好，那就378修正通过。那379有没有问题？三个月下会期啦。下会期379这下会期，这个书面报告。那个谁啊？报告，这个劳工是委外的劳工，不是金管会或银行局的劳工，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委外的这个部分，所以是不是委外的部分要用公部门来说明他的人力配置，好像不是很恰当。对，就是委外的部分，你也可以把这个劳动的条件提出来，是不是建议改为书面的检讨报告啦？那个再好啊，书面了，好，没关系，你书面报告，你提书面。委员会啊，这样子提书面报告，交书面，你要啊将这个过程要提出说明。380，等一下，380呢？379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劳力的委外的呢？委外交啊，没给拿，还得提书面的，好吧？书面来，一个毫无问题，就这样。380要求金管会银行局两个月内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就如何具体落实性别平等政策，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范等，提出书面报告。好，书面报告你们可以提啦，这个应该没问题啦，这两性平权的啊，大家都很重视，两个月有没有问题啦？好，那这个就照案通过。他就没有问题啊？为什么提书面报告？他是很符合规定的、啊。没有了，没关系啦。相关改进措施，该不咯？为了性别工作平等，我们也都支持啦。还书面报告。来，证券期货。你看他们两位。嘿嘞，来，你这个有没有意见？你这个还在处理。还在处理，那我们就等一下。来，我现在换证券期货局。好。柯总章那个是我的对案嘛，那我撤案你也撤案就好了，这两个就不见了。我现在觉得不要撤案，我们把它看清楚。我刚才讲一个观念，观念不能撤，那方向观念不能撤，但是把它弄得完整，完整。连两个讲好不？我们来啦，来，一定讲好。证券期货局。马上还接嘞，还接嘞去。
来，三八一保留，三八二保留，三八三保留，三八四，三八四，来宣读，开始从三八四开始宣读。三八四第简列第一目教育训练费37万7千元。三八五简列第一目水电费22万8千元。三八六第一目资讯服务费简列32万6千元。三八七第一目物品简列10万6千元。三八八第一目一般事务费简列38万3千元。三八九第一目就是通案吧，设备机械。三八九通案，三九零通案吧，国内旅费。三九一第一目专案报告。三九零第一目国内旅费简列24千元。三九一第一目短期车资，我们让他们来专案报告。来，还有呢？第一目短期车资简列20000元。三九二第一目特别费简列158000元。三九三通案，三九四通案。好，那第一幕那个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啊？政企局啊，你们第一幕的总预算有多少？3亿1933万5千。那扣掉人事费、法定支出还有多少？2155万4千元。2155万4千元。4千元。好，来，第一幕啊，那从三八四一直到三八四，三九三跟三九四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了啊。到三九二，三八四到三九二，好来，来这个国昌兄，这个都是时代力量的提案，你们。在委员会啊，是减列60万，冻结27万1千元呐啊。那减列60万，你这边减列的要内加还是要外函？那冻结的要怎么处理？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没有啊，委员会现在在处理的都是在委员会审查的基础上面在外加，怎么可能是内函？没有关系啊，你要怎么外加来啊？有些是委员会啊，因为已经处理两，有些委员会的决议。他的冻结，啊、哦，他的数目比较少，这边就会多。但是有些啊、哦，比如说人事费5000，你跟他冻结10000，那个是有一点奇怪，所以要修正降下来。那个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啊、哦，他现在大概有扣掉人事费有2155万4千元嘛啊、哦，那你们委员会是减列60万，冻结27万1千元。那你现在大概提了，有提了。几个案子哦，总共简略有一个是37万7千，有一个是22万8千简略啦哦，有一个是32万6千，有一个是10万6千，有一个是30万3千，那加一下哦，总还有一个10万，还有一个是24000，有一个是2万，总共多少？总共240万4千元。240万。委员会60，240万4千元。啊，你呢？你觉得呢？我听不懂院长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提案，你已经要把它冻结，要把它删减240万了。啊，委员会多少？委员会删60万了。60啊。啊，你这边是想，有没有，能不能？啊，减列删减少一点呐、啊，有啦，有这样的，对不起，没有办法，嘿。哦，那政企局这边呢，要不要说明一下？你们减列这个240万，加上60万就是300万了，对你们的业务有没有影响？我们因为扣掉了人事费之后，只有2155万了，2155万嘛，是吧？对对，那个。
说明一下，就是说那个在财委会阶段，已经删除掉那个60万了。那删完之后的预算数是2095万4000元，其实已经低于106年度的预算2141万1000元以及决算2090万元的水准了。所以我们是恳请，就是说通案393、394通案是通案处理的，现在是处理382、388、389、390、392、1384交易纪念会就95万嘛。啊，我刚才通案的扣掉就是240万，337万，是这样子吗？对不对？通案还有在删哦，也是那个180几万了，就说扣掉通案删的那个部分，哎呦，就180万左右了。好，来，这个384啊，我举例了哈，教育训练会总共90几万嘛，95了。那在委员会的时候，就按照时代力量也是我们黄委员的版本，就减列10万。Okay.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又要再减列37万。这是什么逻辑呢？明明就是同一个人的提案，啊，委员会他减列10万，我们也通过了，啊，他在这边又提减列37万，那这个是什么逻辑啊？好，我来说明一下。来，时代力量对于金管会这一次所有所提出来的预算冻结或删减，我们一致的逻辑就是，金管会他对于他所执掌的业务到目前为止的表现令人失望透顶。那问题是，那什么叫失望透顶？要讲清楚。没有关系嘛，你可以有你不同的看法嘛。那现在要我说明，那我是不是可以说明？好难讲起来啦。我说明完了啦。这样子的哦，就是讲，我们还是要让部会能够运作了哦。这个预算。我们来合理的把它删减，没有问题啦。啊，现在就是说它2155万，你把它减列大概240，包括原有的60，大概240万左右了啊。这个哈，额度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是一个逻辑，那后来出了委员会又是一个逻辑，总是要讲这个转折嘛。那增加3倍的理由是什么？这整个就好比讲嘛。口音也当运作，但我现在可以继续补充说明吗？来，好，来。对于到目前为止，2016年，我们在审2017年预算的时候，我必须要说哈，2016年那个时候在审预算的时候，我对于那个时候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有关于我国重大的金融弊案，特别是兆丰案的处理，我个人就非常不以为然，因此我那时候提了非常多的案子。那时候大家说啊，刚刚上，给他时间，给他空间，我们再看他的表现。我2016年在处理预算的时候，我通通都答应了。大家可以去查那个资料。我的财政委员会，我有没有坚持什么？我全部都答应了。2017年呢？2017年回顾到现在，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庆富猎雷舰的案子，你到目前为止有给国人一个最起码的交代吗？对不起啊，我的答案是没有啦。那如果金管会觉得有，如果执政党觉得有，我表示尊重，但是我必须要负责任的讲，我认为没有。我们的财政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调阅小组，结果呢，虎头蛇尾，打假球，连一个最后结案的部分，你也是小组成员啊。你那个庆富那个监督是银行局嘛？我们现在是在省政企局，政企局跟庆富啊哪相关的？那个教育训练是员工教育训练，交这个怎么庆富案什么关系？国商委，那哪用冻结？冻结哈，如果绑的。是针对我讲，我直接列举第一个，兆丰案，谁该负责，如何求偿，加上庆富猎雷舰案，所有要就责的名单，加上求偿的名单，绑这个专案报告，全部的删减案
全部改成冻结，我可以同意。好像是陈雄武在听你指挥的样子哈，静焕先回答一下。就庆万的部分，现在我们已经有做了处分嘛。那现在有关那一个相关人员的这个存储的部分，要等那个各个银行再报上来。那另外可能这个黄委员比较关注的是相关的这些董总的这个部分，因为就涉及相有涉及的相关人等，也都已经陆续遭到这个这个财政部这个部分已经有换掉了。那现在假设再进一步要有一个惩处的话，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说，看这一个检察官的起诉，如果说检察官有起诉相关的这些人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加以惩处，大概是这样。这个行政处分你要看司法的进度嘛，检察官还没起诉嘛，对，当然检察官起诉当然有一定的处理方式嘛，那你行政会优于司法的调查吗？那比较困难吧。就是说，就相关的人的解职的部分，它有两块嘛，有一块是董总的，有一块是董总以外的。那董总以外的部分，我们也请银行陆续要报上来。那董总的这个部分，财政部事实上，你当初人说下台了，不是吗？都已经下台了嘛。我再讲一句话就好了。照刚才哈。那个郭正亮坦白讲，跟你是同一个委员会，他讲话很持平，在委员会怎么审查？那现在都了三倍，那个是政局。刚才你还没进来，我们知道你所有案子，弄了100多个案子，包括户税署，包括这个国财政局，啊，国财政署，包括地这个财政部所有的这个基层机关，全部是一样的理由，他们这样搞。你要讲这个逻辑出来。你一个清算可衍生100多个案子，所有的好无一幸免，啊，跟他无关系嘛，马上要抬，马上要冻结，这个东西大家讲的合理逻辑，你可以你讲的合理，我们一定会支持。但是呢，你说要惩处名单已经惩处一批了嘛，那接下来要惩处谁？但当然是要看检察官起诉程度嘛。啊，敢不是安尼啊？无变啦，这样子啦，吼，好来郭三委。那几个观念大概必须要先厘清哈。刑事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跟行政惩处违法失职的要件，跟民事求偿违反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这是三个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台湾的金融监理是把标准降低到以刑事追诉犯罪来当作监理的标准的话，我没有办法认同。如果台湾继续采用这样子的标准的话，只是让我们的金融秩序继续向下沉沦而已。监理标准第二个部分，院长是不是可以请我真的不知道哈，我们坐在这边讲话，尊重彼此的发言，真的有这么困难？第二个部分，我刚刚说了哈，对这些案子在责任的追究，我对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表现，我老实说，我非常失望。那刚刚说啊，不是有好多董总都下台了吗？那没有关系啊，你清楚地告诉社会你的标准是什么？这些下台的董总全部都有被刑事起诉吗？似乎没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某一部分的董总下台，另外一部分的董总不用去处理？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嘛？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个一致性的标准出来啊。那第三个部分，大家最关心的，就有关于民事求偿的问题，凭什么这些钱要纳税人买单？我无法接受，我也无法认同。你说啊，我们这次的提案，我可以跟你讲啊，金管会的部分，我就是针对金管会全面；财政部的部分，我只有针对国库署；财政部的部分，我只有针对国库署啊，去看提案就知道了啦。这一些客观，院长，对不起，我不说了，嘿。
好不好？不用总是你在讲嘛，我应该回应一下嘛。大家都想这个曹伟祥再好好谈，我也是这样期待。包括你刚才还没有来用民战的时候，乃至于高路来，我们都很恳切在谈这些事情。但是你永远来曹伟祥就是就爱吵大家安尼，啊不忍笑啊，我就是要来讲，讲个黑黑叫，啊拢未讲诶，然后你一下子就压下去，这个大家可以忍受，大家都很忍耐你的这个方式啊。但是我要试图跟你讲嘛，你刚才讲的，董座下来了，那起诉谁？起诉是检察官的事情啊，你怎么找金管会呢？我现在刑法也没收轻质啊，刑事诉讼都这该去扣押都会扣押，这法医完这完备性，检察官都会做，包括为了我们为了十三的问题顶线问题，我们改了刑法没收轻质啊，我想你是很了解啊，该法律的手段你认为检察官不会再办吗？但是你不能在检察官还没有办出来以前，你就说打个龙没在办，那行政手段能够做的，我请问你，还有哪一个应该下台？你跟我讲嘛。你只要说顾立雄，那叫顾立雄跟你回答嘛。所卡掉的董，包括几个银行董事全部下台啊，是不是这样？你要那跟他沟通，你要了解沟通也是一种艺术的，打个龙好凶哎。不知道你来的乒乒乓乓，大家拢不知讲话。你讲话插话就是这样，我讲话到此结束，这也不对嘛。我们不希望用这种态度跟你谈事情嘛。我是告诉就是讲，我一直很闷大。刚才我们一直很恳切讲说，一个青万科衍生100多个案子，哦，那你包括不是只有金管会啊，相关单位全部来，人家为了这个事情大家都头痛。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事情讲的。魏雄在这里，他有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哇，糟糕，王国昌这么多案子要怎么办？”我说：“你要去沟通敲门啊。”伊讲：“我这样唔敢甲伊讲，讲全中华民国公安内底你家上好，你佫无材料甲伊讲，我唔相信。”结果他去敲门，你接受他，你有一天中午好个呀，这是过程。警政署啊，我有什么事情大家很清楚嘛，我有这几个。你在中午那些事情嘛，外面可以解读公报私仇，但其实别不是我从我口上讲出来，我不会去弄记者去弄你的啦。但是呢，你检署100多个案子，翻开来那100多个案子理由，其实讲起来，大概你去看看你写的理由，现在重新回头过来看，包括我们有立委叫李玉珍，他是最重视付钱的。啊，然后他写脸书告诉你，你这错了，你要赶快撤下来，就是你信到底不，你们应该不应该有抵抗权？你仅说我被性侵了，你们被袭胸了，刚才喊出来啊，你就用这个说你是过度的保护自己，叫他不，然后删减检署一算，这个都不对的。坦白讲，100多个案在检证书里面，你自己冷静想起来，难道我要把它翻回来鸳鸯朗读给你听吗？所以后来你们也说做一些节制嘛，包括为了这个去修要删警政署特别首长特别会，包括内政部部长特别会，包括乃至于今天金管会特别会，包括银行局，包括这些特别会有4000多个，你这样难道外界不会解读说你是在针对性吗？对你们实在是不好，你要逼我把这些话讲得很清楚的话，持平的问，我就不想讲了。我讲大家互相，所以大家变成说拜托浓缩浓缩再浓缩，你100多个案子叫他们全部来报告，请问下会级财政委员会要不要开会？我们中岛法案要不要审？你所有的案子都要叫人家来报告啊！一个理由，千万可以衍生100多个案子，每一个都要来专案报告，这样对吗？安敢好？那大家爱你少讲者。我是真是唯一好啦，他们讲我唔是讲特别要解除啊，只是我刚看无，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我们集体的错误，还是你一个人错误？大家可以来讨论啊，来探讨啊。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有盲点，只有你对，我想这个可能性也不高啦。所以大家要互相嘛，慢慢蹦蹦叫嘛。上次我才他宴会也去娱乐啊，你讲啊，等下我睡觉，大家还好，都可以协商。你后来发现我们的案子和我们党案子很联合提案不错，你第五条第
第十七条也来联署我们的案子，我觉得这个好现象啊！我还公开在宴会上去夸奖你嘛。我们今天也是希望回到这个程度上，大家谈事情呢、啊。国民党在拿万海出来的时候，我毫不客气用大法官三社就给他处理掉，他就实现了。这是国民党2500多个案子，但是到最后我们跟他谈，他还是能够可以接受。我希望你提出685案，这是一个武器的提出来，就是当然要集体议价嘛。国民党提了2500多案，也是要集体议价，要删减多少？回到总预算是要删减的问题，总预算不是来这里说我要刺激来报仇怎么样？我已经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用总预算要卡，然后没有总统的理由，到最后受伤都是自己的。国民党今天懂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也一直撤。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来冲着他来挡个集体议价，没太好追。那我们这个问题，金融案怎么处理？可以好好谈，可以。但是你今天要讲，我们行政措施哪一些没有做得到？最不搞，你讲不要紧嘛。第二，检察官他没讲，相关只能尊重啊。那现在我们的法律，你只要认为我们在金管会内基内控，包括金管会所有的法案包括和国际上不管阿瓦斯那个所有的银行的我们和国际有没有同步哪些反应？你要讲出来，应该怎么说？那个 IFRS 的问题啊，那怎么说？我们没有同步，大家弄个才讲个嘛。哎，未使讲，你把罗马讲到叫我安尼，没有谈的余地，这很清楚嘛。教育训练费90几万而已啊，你37万。啊，这样员工教育训练，你不要说这个东西一样讨论是不好的、啊，我不觉得是对时代量是有利的。我希望说大家回来讲不要紧嘛。你要干嘛？起码所有的法令，我们在哪个地方的法必须要总在修。我很有兴趣。你上次提有关于这个那个上次我们财政委员会一个案子，就是有关于这个投信投顾的法，我是觉得你的观点很好啊，这应该尊重你意见嘛。那个我们是我第一个跳出来说，这个对我的利益不当，对吧？这个大家啊，这个是国会，我们希望国会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嘛。我们希望国会是大家可以对话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可阿内塞吧，我讲国共也无好了。国昌委员，你有要搁继续发言无？好，来。我们让国昌委好好讲了啊。那第一个部分哦，就是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我再说一次哦，就是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起诉的门槛、判刑，那个是在刑事法的体系当中。这次的提案，我从来没有要求金管会要去起诉那些人，那不是金管会的职责。就有关于司法程序的部分，当然是尊重检调的调查嘛。那但是有两个部分是我们的行政机关没有办法回避的责任。第一个部分就金管会。第二个部分就财政部的国库署，他们是股权管理机关。我一再说了齁，对于这一些金融弊案，我不认为有救责到底。那当然了，各位可以挑战我讲的这些话，我每一次在财政委员会里面，对金管会也好，对财政部也好，我的质询啊，都是巨细靡遗，有所本，我一样一样挑出来讲。如果大家要在协商的时候，在每一家银行 go over 过一次，我也非常乐意啊。从全国农业金库开始，从台湾银行，从土地银行，要一家银行一家银行看，要一家银行一家银行看，董事会是怎么开的，征信报告是怎么写的。我们现在的金管会处罚第一银行罚1000万，高雄银行罚800万，土地银行罚800万，然后下面有罚400万，有罚200万。好，全体的纳税人看到了，罚第一银行重罚1000万，谁买单？包括全体国人在里面的第一银行股东买单，这样对吗？高雄银行罚800万，谁买单？
包括所有高雄市民在内的高雄银行股东买单，这样对吗？你说对啊，有一些董总已经离开了，对，那我现在就在问嘛，那其他该负责任的银行呢？那些人的惩处什么时候要做？他说可以点名，好啊，那我就点名，我在财政委员会我也直接问过啊，土地银行惩处名单出来了，全部都罚基层的啊，全部都罚基层的。土地银行当初在列雷建在庆阳海科馆放贷的时候没有问题吗？当初在参与这些放贷的人不用就责吗？这些问题我在财政委员会问了 N 次啊，我没有得到答案啊。那如果说啦，今天全体国人大家认为说金管会做得很好，可以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今天提这些预算删减案也好，预算冻结案也好，是我不对，我当然必须要为这个结果负责嘛。那第二个部分，为什么是财政部国库署赖清德院长在院会里面跟我承诺依法求偿，兆丰57亿，再加最近的8.7亿，依法求偿了什么？依法求偿了什么？采取了什么行动？做了什么事情？根本没有积极的作为啊。那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如果我们有权限做这些事情的行政机关，是用这一种心态来面对我们的金融弊案，来面对全体纳税人所这么高的损失的时候，作为一个立法委员，我还有什么武器，我还有什么手段可以去逼迫他们做作为？最后一件事情，刚刚院长说了，院长的提议我也同意，我尊重院长的提议。院长提议说，是不是这些删减案都可以改冻结案？我也跟院长说，没有问题啊。那我要求绑的是什么？我要求绑的是什么？我要求绑的是，就庆富列雷建的弊案，就兆丰的事情，你排专案报告嘛，没有人要你排100多次啊。你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没有院长，对不起哦，你先听我说完。院长刚刚的才是我也都尊重嘛，啊，你绑这些案子好，你说好，今天我动90几万，动了30几万，那我们算一算嘛，我们合理来看，算一算，大概动1/3嘛，你有2/3可以用嘛？下个会期，你给大家一个清楚的专案报告，然后看那个专案报告的品质。所谓看那个专案报告的品质，是就责的名单你是不是有开出来？你接下来求偿要怎么做？那如果共同参与的委员都觉得金管会提出这个专案报告非常的完整，调查的很彻底，就解冻，他说没有问题嘛？啊，刚刚院长这样才是，我也觉得院长的才是有道理，我可以都不删，全部改冻结。那我希望绑的专案报告就是那两件事情。我讲一下好了，要讲大家好好沟通一下。你认为你这武器就是说每一个地方都要删，要业务也要删，包括整个你国内旅游、国外旅会等等都全部删，才是武器吗？这个也不是武器啊。我们团队我们可以给你表决啊，大家要谈一次，你要的是什么东西？你刚才讲的好，两个案，清管和监管，清管监管和财政部国库署有问题嘛？那现在金管会主委来在这里，等一下请他说明回答。我们觉得做不过了，我们可以，我也可以认同你的做法。你那刚才讲到刑事案件的刑事诉讼的问题啊，你现在撤退。我刚才讲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检察官的事情嘛，对不对？啊，我口头告诉我要走了，啊，不过我买讲叫金管会讲来听好不？现在是，我们还共解对吧？嘛，还共解对啦。啊，都咱都爱和雇主的共解，啊，我来做裁决嘛，共解嘛，吼。啊，咱拢
对啦，我叫秘书长请的。马上回答起来嘛。没有办法协商。坦都外也有释出善意啦，哈，那他没告嘛，一共冻结，好，啊，你已经都要来专案报告了啊，啊，其实他要的就是那两点嘛，哦，老师打，后面的就全部改冻结案啦，那的那个专案报告我们都已经允许了，都同意了嘛，哦，那个政委你也知道，我们刚才都同意了嘛。我大家哈，我跟你讲了哈，大家希望追求一个和局啊，但是这个和局底下有公平的处理啦，武器要对等啦。啊，然后民进党中行都要头要斩哦，我不会同意的。捍卫民进党的核心价值和尊严也是我的责任呐、啊，大家公德利嘛。嘿嘞，我在请顾主委说明之前啊，我也跟黄委员做一个说明啦啊，在省经管会的预算，我们已经知道务必要让他来报告啊，就是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所关心的相关的问题啦啊，所以我们已经要求他们要特别来做专案报告了。已经其实有做这样的决议啦，好、哦，那他就会率相关的业务单位都会一起来，包括国库署，我们也会要他请他一起来。这个哦，民进党党团也承诺哦，到时候就会排这个专案报告，因为我们的保留，我们预算的保留哦，都冻结十分之一，好、哦。那冻结一定要有专案报告，而且要针对你们提案里面想要了解的专案报告，那时候就应该可以处理啊委员的事情啦。那顾主委，你要不要回应一下啊？哎，来，第一个就是说，刚刚主席院长已经有才示哦，就是说我们就相关的这些案件，我们要来一个整理。然后看看是涉及到哪一些部分，那我们能综合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嘛？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就我的观点啦、啊、哈、哦，就是说董总的处置方式跟不是董总的处置方式，我是认为不同，因为董总他最重要就是他要不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而去职嘛。那在董总以外的部分呢？他可能会用申诫啦，可能用记过啦，可是我觉得对董总这件事情的记过哈、哦，不是很有意义。所以我们的处分方式就是说，那在对董总以外的部分呢，我们在下处分的当下，我们会要求银行检讨，然后会报这个惩处的名单上来。那这个部分的作业正在进行中。那董总的部分，我个人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财政部的一个意见，不过。因为我们通常也会检视，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发生当下，谁是那个主事的人嘛，大概差不多以这样子。所以这一点的观念，这是我的想法啦。那这一点也跟黄委员做个沟通。那我们专案报告，我们就看到时候就是说整个事情的发展的情况，我们会就整个再来做一个完整的专案报告。好，那能不能这样子哦？第一幕，哦，来。我说明一下哈，如果说我们要处理案件发生当下该负责任的人，顾主委所做的这个说明，我完全认同，我也完全接受。我现在的问题是，案件发生当下该负责任的人真的有负责吗？这个是我的问号。
好，那为了呢要支撑我所提出来的这个疑问，我具体提两个例子就好了。第一个例子，郑珍茂，现在金管会的副主委，当初庆富猎雷舰连带弊案发生的时候，他在全国农业金库是总经理，是受信审议委员会的主席。那一份受信报告，从财政我们委员会成立专案调阅小组以后，我只要有空，我就去看。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每一家银行从头到尾受信的征信报告，我一字一句读。董事会的讨论，我每个录音带都听。我在委员会，我也公开质询啊。郑珍茂在全国农业金库里面的征信报告里面有虚伪不实的记载，他不需要对这个受信案负责吗？他自己在办受信的时候，就是用这么草率，甚至里面有不实的内容，就过了。现在是全国农业金库，反正参贷的金额10亿而已，也没有很高，所以没有关系，拢无要无紧吗？那这样子的人现在在当金管会的副主委，你有什么立场？你有什么地位？你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其他的银行，说你们那个授信啊，到底是怎么做的？第二个例子，李瑞昌。作为一个金管会的主委，在财委会我给过他非常多的机会。2016年年底他刚上任的时候，是怎么支持他的？他要的预算，我们挡了什么？全部都过。结果他做了什么事情？帮庆富的人去瞧授信条件变更，结果退了5.5亿。被偿专户的钱哦，那5.5亿本来是我们银行应该有的担保哦。作业之火速的，一收到陈庆南的陈情函，马上指示银行局下去办，马上安排会面，然后5.5亿就这样退给他了。这5.5亿的损失要找谁去讨？而我只有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金管会的主委可以帮业者瞧授信条件变更吗？这件事情的责任追究，你告诉我到哪里嘛？你告诉我到哪里嘛？我再讲一次哦，刑事侦查的部分，我一定尊重刑事侦查啦。但是其他的呢？不需要有态度吗？金管会可以做这种事吗？这5.5亿到底谁要赔？还是全体纳税人的钱赔不完没有关系，扛纳税人之铠。如果都是用这种态度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么败坏的金融秩序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常态。这些钱都要纳税人买单，然后只轻轻说一句，我相信李主委没有逾越分寸。好，没有逾越分寸，那金管会今天宣布嘛，我成立桥贷款及授信条件变更中心，一视同仁，有困难的人全部都打电话给金管会，主委一定在办公室亲自接见，还会把银行局的人找来，来把银行的找来看要怎么桥，主委帮你主持，通通没有逾越分寸，有这种事情吗？就吼，我刚刚所提出来，我为什么对于金管会的表现，我会说我这么不满意。我们当初在审预算的时候，10月、11月在审的时候，我想郭委员很清楚，我是充满了善意的。结果到12月底，我们整个调阅小组快要告，不是啦，我也不晓得我们调阅小组是12月底是不是就自动解散了，根本没有一个清楚的交代给全体国人啊。那我也做了，就我刚刚所提出来的那个非常一般性，我自己
作为一个财政委员会的委员监督的立场，我所提出来，你要说观察也好，指控也好，没有关系，怎么形容不是重点。好，我也提出了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可以啊，来，我的回应就是说我的观点跟他不一样，就这样，好吧？是啊，好，我不认为黄委员的观点就代表一切了。那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刻再就个案哈，我们在这边唇枪舌战了，好不好？我这边他的一些的讲法用语，我不以为然。这样子的哈，跟我讲一下了。那我打个圆场也可以吧？啊，没有漏了。我觉得他有道理，我们应该支持嘛，可是这样而已嘛。至于他第一个点到正副主委嘛，然后问题都点得很清楚嘛，观点不一样是可以辩证的嘛。那第二个是李瑞昌，李瑞昌我看他也讲很多回应的话嘛。五点五亿，你这些故事哈，其实这些事情哈，并不是说黄委员一改结构而已，事实上一中央金融官不就追了。外面也报很多了，也不是说他新发明的啊，哦，所以这些都有一些疑点哦，应该去澄清嘛。至于调阅小组的话哈，调阅小组是委员会，我还不能进去看，我该委员会还不能进去看呢，是你们自己组成的嘛。当时也是你说要弄调阅小组，那调阅小组有没有结果，是你们自己成委员会的事情嘛，和整个我们总预算是没有关系，因为委员个人作为嘛。因为委员会没有，你们这个小组没有作为，被老公林焕有问题，或是执政党委有问题，这个是不对的嘛。那至于你马上说讲到，哦，所有的事情都是纳税人，有的是私人银行嘛，有问题发生，势必会有这些现象，哦，所以我认为，当然我很少对这有关的这个庆户或是招行银行的事情发言了，啊。但是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事情，因为我没有机会到委员会发言。那想问民众想说的，国民党时代发生招行银行的代志，变成那这样变成那代志，结果民事报案什么一直打我们。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何其不公平嘛。那清户案也是在以前的事，以前发生的嘛。当然这交接时间有一些 overlap 的问题，要把这些东西哈，我们坦白讲了，像赵刚平安他代行了，人为屌炸了。啊，所以这个观点上不一样，这是可以辩证的。你只要大家好好谈的话，你到委员会再提一个专案报告也可以啊。我想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要说我们执政党，每一个人都希望说什么金融帮、交通帮最好赶快弄清楚，我也搞不到清楚。坦白讲，有非常 inside 的东西嘛，是不是啊？我立委正当这么二十几年来，你问我说，中央有没有回扣，我也不知道。金融采购怎么搞，我也搞不清楚。我们是在政策上的处理啊。至于有行政调查、包检调、司法的不同的系统嘛，所以我不排除，也没有反对您对这个事情的专心以及用力，这种大家有目共睹。但是短时间要你想象那种结果，持平的问，这是困难的。哦，这个还有检调的问题嘛？好，我们回归预算啊。这个问题大概都理清楚了啦，哦，那也拜托顾主委能够在金管会的服务的期间，能够让金融秩序，能够比较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啦，啊，这都是不只是委员的期待，也是人民的期待啊。觉得黄委员有很多方面的指教，还有各位很多在财政委员的指教，也都是每次一个事件都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教训。啊，拢知影每，到底是啥问题拢出伫底啊啦，吼，啊都该安怎处理吼，就该处理就处，就勇敢的处理啦。那第一幕的部分呢，啊，哦，我们回归我们的预算啊，这个政企局啊，那个黄委员他也不反对改冻结。那他的大概冻结就是240万呐，啊，哦，加上委员会的冻结案，大概240，好，哦，好，哦，那240案，我们并这个金管会的专案报告一起来，专案报告之后使得动资啦，啊，哦，这样就专案报告，哦，不是书面哦，好，哦，这就改专案报告后使得动资了啊，哦，
那就改冻结了，刚才的三减全部改冻结，那算一下啦啊。好，来，那我们就进入第二幕了啊。好，这个可以算了啊。那个就史黛丽那个所有的减列案啊，三减都改冻结。好，那第二幕来295-405，来295。395啊。原三减加冻结改冻结十分之一。第一幕。396原冻结案改决议案。397第二幕三减100万元。398第二幕教育训练费减列119000元。399也是第二幕教育训练费冻结47000元。400第二幕通讯费减列273000元。401第二幕物品费减列134000元。402通案，403通案，宣读完毕。好，那么395的部分啊，我们第二幕的预算大概多少？只有907万啊，907万。那在委员会是减列100000元呐啊，那冻结数是272万，已经冻结大概比例是几个 percent？ 30% 的啊，这个395万。它是冻结多少？十分之一，这个已经超过十分之一，所以395万就并入这个冻结270万里面了啦。好，好，因为它好，那我们390就并入了啊。396案它是改成主决议嘛，是不是？那你们看一下，能不能接受文字修正改成主决议？可不可以？可以。那396就照修正动议通过啊。那亲民党的部分是三减十万元，他这边已经100万哦。哦，100万，他才907万，你三减100万，要不然改冻结。好，那冻结要不要纳入？因为他已经冻结30%了呢。冻结没关系啦，纳入冻结还可以解冻。我知啊，但是你是不是加入272万这里面呢、啊？把它加进去，好不好？因为冻结30%啊，好了 ，OK 了。那办不没有撤你的案子，就是加入了内并了啊。好 ，OK。并案了啊。好。那时代力量的党团提出的总共的三减案，有一个是119000，一个47000，一个是273000，一个是134000，一个是631000，一个是408000，这总共多少？156万5000元。哎，国昌委员，你若加落去变420万，就冻结40%啊嘞！我们能不能冻结少一点？啊，也并案了，并案这个都是并专案报告之后使得动之的。我再说一次哈，没关系。绑专案报告冻结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对，数额的部分，今天院长出来打圆场，说要冻结少一点。我可以接受，好，那我们就以委员会的冻结数了，好不好？272万1000元呐、啊，然后减列100000块，那配合第一幕啊，配合金管会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了，哈、哦。好，那主决议404，撤案。404405406均撤案。啊，407。407有文字修正。看一下文字修正，你们可以吗？可以接受吗？看一下，看一下文字修正。好，那修正之后通过啊、哦，来，我们进入保险局408这个保留。
409保留。现哎，国昌委员，这个文康活动跟保险，就是那三节的慰问金，这个都是保留案呐、啊，哈，这保留案哈，这是保留。我等一下吧，哦、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讲过，你们弄一个案子嘛，包括那个人工卫星弄一个案子表决。好，你怎样了？410保留啊，410是为哈、哦、保留，那411啊、哦、是减略10万，好、哦，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幕了啊、哦，第一幕啊。哦好，来宣读来一下，四一一，好来。411第一幕教育训练费减列10万元。十万。412第一幕水电费减列214000元。好。413第一幕资讯服务费减列100万元。嗯哼。414第一幕物品费减列65000元。415第一幕一般事务费减列492000元，416第一幕国内旅费减列27000元，417第一幕特别费减列158000元，418、419通案。这里418、419这个就通案处理了哈，这个倒是有一点可能要跟国昌委员这个商量一下啊。我们在减列还是冻结特别会，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处理啊？保险局跟检察局啦，就是因为从昨天到现在啊，所有的特别会都请他们来做专案报告，但是没有冻结，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只有冻结保险局，后面还有一个检察局，这个对这两个局长反而。对他们就有一点啊，跟过去的所有的决定是不一样啊。好、哦，其他的都改冻结案啊，就是除了特别位之外，其他的那这样的金额多少？算一下。第一幕啊、哦，多少？啊？删减数是2580。妈，你哈？不是了，应该是2580。没有人。我处理，我补充一下、哦、我们到目前呢、哦，189万了、哦、我们到目前删了190几亿了了。哦，我们当然这个还会往上一直堆上去的。我怕外界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以为我们都在放水。那个。我们在严审预算，实质好好审。哦那你说这个第一幕的预算金额多少？扣除人事费啦，剩下的费用多少？1490万7000元。1490几万。90万7000元。好，90万。那委员会是冻结149，是冻结1/10啦，对不对？那减列40万啦，哦，减列40万。那我们能不能1/10，我们就接受冻结149万了，1/10的。那哈啊，不然就多加刚才多少100万了，好不？1/10啊，不，1/10太少啦，一共太少，因为这委员会还要再外加啦，冻结。冻结啊，冻结多少？一百多少？一百。250万。刚刚的删减数是。念起来是200多，258万，没有那么多，我这边算190几，你那边算250几，我当龙爸嘛，189，哦，可能砍掉特别会，好啦，就200啦，就200万元啦，哦，那就外加200，就349万元冻结，然后也是提配合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啊，就是那个，好来来国昌委，因为这钱也不接啦。分两个部分哈，跟院长还有各个党团的代表做说明啊。第一个，在有关于保险局的删减或冻结案，我必须要老实讲哈，我认为应该要对过去发生错误的负责任的局长，他已经转任了，去当董事长了。那因此，刚刚院长的裁示。
就保险局局长跟检察局局长新的特别费的部分，以这两个案子为，就是我不要让它变成一个例子了，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要处理其他部会了哈。这两个局长的部分我们可以同意，就不要动。好，那第三个是刚刚院长所裁示的那一个冻结的额度，我们也可以接受。那但是解冻哈，对绑的专案报告，请跟第420案，我们要求的专案报告一定要做。哦 ，OK， 好。所以你这个是接受149万，还是149万加你刚才的冻结案200万？就是刚刚院长才是149加200啊。好，那就349了啊，冻结349了啊。少一点啊。麦克，你们尽快来报告了，尽快安排。冻结多少？349。1490万，四分之一了。咱一条处理拢10%啦吼，无20%嘛。20%是400，300啦，差不多介济啦啊，20%20几%啦，算了啦，嘿啦，349啦，反正都是要报告啦。我觉得也是有要检讨的空间啦。好啦，来，好啦，然后提就配合啊金管会的专案报告哦，来做处理啦哈，来。来第二目，420。420案第二目删减预算数1/2，并冻结1/2。421案原冻结案改决议案。422案通案。423案减列第二目影印机、传真机租金100,000元。424案减列第二目教育训练费122,000元。425案减列第二目通讯费234,000元。426案通案。427案减列第二目物品费300,000元。428案减列第二目一般事务费100,000元。429案通案。宣读完毕。好，那422案、426案、429案这3案我们就通案处理了哈。那这里面有一个421案哦，你们看一下哦，有一个吕玉玲委员的改成主决议，你们这个同不同意？同意就照修正通过了哦。同意。那剩下420案、421、420已经通过了哦。刚才时代力量党团有特别提到420，还有423、422。423是通案，423、425、427、428，这总共多少？算一下来，420、421、421已经是决议案，420、423。425、427、428多少？减列多少？没有人在算吗？你们谁在算？你们三个都没有人在算。阿德提，三个和尚没水喝。312万。来，我来。420是。那三减没有了，他可以修正冻结了啊、哦！你们这一笔预算多少？第二目537万8千。哈，多少？537万8千。537万8千元。对，那委员会已经冻了107了。他已经冻了100，我好像呢照委员会的冻结案就好了，20%了。好不好？OK， 好，接受院长的裁示，然后该做的专案报告就并列报告。冻结107万6千元，那配合金管会的专案报告金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好，来主决议430。430，
保险业国外投资余额逐年增加，保险局除了强化外汇准备金的提存速度外，应积极引导保险业资金投入公共建设，以利协助分散风险。431案要求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持续。等一下，等一下，431有没有问题？好，那照案通过四三一。四三一要求监管有没有通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四三一那就照案通过。四三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也照案通过。来，我们进入检察局啊、哦，433保留。第一幕啊、哦，第一幕434这个保留。435保留。436。436。第一幕派付公司力训练机构研习所需之训练费用减列10%。437冻结该项预算20%。438冻结第一幕聘请专家学者参加政策性训练讲座终点费50%。439冻结第一幕购置办公室清洁用品等消耗品用经费50%。440冻结购置使用。440案是通案的啊、哦嗯，我们基于通案办理的。440案是通案的，我们就依通案办理的哈。宣读完毕。那434至439，总共是啊，包冻结包括三减是多少？第436是15000了啊、哦。437冻结20%是31啦哦，46000啦哦，那50%是多少？55000，要这样100000啦哦。那439多少？334000。哎，730000啦哦。那委员会已经冻结1245000元啦，你们总预算多少？第一幕，扣掉人事费哦。好，那冻结1245000，那刚才我算起来几万？42万。啊？42万。好，那就冻结200万了。哦，外加200，就是冻结200万了。Total 了。好、哦，那减列50万，那这个也是配合专案报告后。减列是委员会做的吗？使得动支了。减列是委员会的，啊，那也塞了哈，这样就外加了。哦。好，那第二幕。441车案。442。42冻结第二幕10%。443三减第二幕500万元。444第二幕减列10%。445第二幕冻结20%。446减列10%第二幕。447冻结20%。447是通案啊，441也通案哦，车案。441是车案啊。448冻结第二幕50%。449减列第二幕10%。450冻结第二幕20%。451冻结第二幕50%。452通案。453好，通案。441、447、452、453四个是通案，我们就441是车案啦、啊、哦，447、452、453就通案处理。那442到446、448到451，这个预算是第二幕是预算数多少？2400万。那你们冻结800万。冻结了30%，委员会啊？对。为什么你们委员会冻结那么多？那庄主席，九万，有志一同啊！举手当即冲，有志一同啊！
差不多了吧？啊，你甲看国昌委员，这要冻结偌济？安尼会使咯，38票。2400万已经冻结了800万，我觉得够了，够了，够了。好了，那也是提议专案报告后，800，就是赵委员会，赵委员会了，委员会有志一同了，专案报告后哦，配合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哦。好，来，我们最后还有一个主决议。那443，大院长，那个443那个我们就保留喽。妈，等一下，我看你443，443是你的吧？删减500他不要。啊，这样，马青海，啊，一届一届经费大2400万呢，你讲删减。2400。啊，你无爱钱，营养加泡茶。啊，撤案了，这个没有意义了。啊，爸，这样子，你改冻结配合到800万里面来，啊，那有没有并案？并案并到。并冻结了。就你改冻结。改冻结。冻结。然后你的案子就存在，然后但是总数就是800万并到。好啦。好 ，OK。好了。好，安尼好。对了。没有外加了，并了。来，454案主决议撤案，455有没有？455不要三个月内下会期啦啊！我们都能不能改下会期啦？书面报告啊，应该也在啊。安娜，你要他来专案报告，你其实他们来做专案报告也可以问这个问题的。阿看怎么样？你看嘞？不啦，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专案报告上去问也是十分钟，10分钟拖过以后就过关了。干不下去，没有啦，那个、喔、不好意思哦、喔。我尊重院长刚刚的裁示，这个我同意书面报告。那但是我要拜托金管会的同仁，你们书面报告如果有不足的话，那我请抓回来、啊，然后我请你们再补资料，就请你们据实提出来，哦，不要再三催四请，然后东西都不拿来。如果书面资料就3个月内，如果书面资料就3个月了，啊，如果专案报告就下会期，啊。好啊，书面资料啊，刚才委员讲的特别拜托你们，哦，这个天下没有不可对人之事哦，该提供资料就提供了啊，该检讨就检讨啊。来，456案，等一下，我就跟刚刚一样提书面报告，没有问题。可以塞呗。好，这个好，那就通过。好，院长，下午你2点多发了个协商哦，明天要审查4个委员会，咱就叫咱丁咧，你只能讲哦，一天2个委员会。两个呀，完成安啦，来你讲，没院，没有，我来，你结束了，你们先离开。没有，刚刚是这样，就是说那个让副代决，你们讲好呗。338之一。是我们那个是吧？你们讲好了没？要招案通过嘛？那刚刚陈委员是说他的部分撤案，啊，你就留我们的留下来啊，就338之1留下来，哎，有决，那个主决议通过了，通过，那338的部分，那就撤案了啊。好，你们就那个来，叶秀伟，你可以讲啊。你们院长，我们还是一天两个委员会，这是当时讲好，我们就不要再改了，因为你要让我们有时间回去跟我们自己的委员去做沟通。一天两个委员会，我们结束之后，我们还要处理明天的议案，所以你一天4个，我对我们来说那个 loading 实在是我们还要跟。啊，如果啦，因为明天早案较少，加一个咧。我给咱就叫咱来来处理啦，咱这两天嘛真认真的处理。很认真，实质在审查，就这样子，院长，讲定了，咱叫公叫行啦，好不好？问题好，那我们明天就2个了哈，教育跟交通啊，好，教育跟交通也不好搞，也不好搞，因为大家时间都已经安排好，教育跟交通，好来，曾委员，跟院长报告，今天下午财政委员会的时候，假设委员会有讲专案报告的，我们就尊重委员会，不要把它改成书面，好不好？因为他假如委员会他也有讲。专案报告就专案报告有啊，都有对，不要改那个。但是问题是，
不能每一个案子都来啊。当然当然当然了，病了。当然，那可以定。一专案报告好，委员会早上还没有来，我们就已经讨论两百一十一个，加上刚才因为那那赵委员会去排了。好，那今天我们审议的两个委员会都已经审议完竣，我们现在啊、休息，明天九点半继续开会。